today, we are blessed to present one of these insightful lectures entitled, Whatever we want, we will have it, on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given in Olaxis or Vietnamese and Chinese on December 10th, 2017 in Xinhu, Taiwan, also known as Formosa. <笑>你要我买哪一个？看你呀。哎，哪一个是比较不好卖的？这个，或是这个，或是这个？看你。同事有没有出来买吗？他们说有哈，他们有买哈，有帮你买吗？还没，对，不过平常有买吗？哎，平常有。好，那我买一点点，OK，这个好吃。 老师，我不要全部买给别人嘛，懂吗？通通买了，通通啊，他们出来没有怎么办？没有就好，我要回家。<笑>你要回家，OK，多少个？多少钱？付一下。好，记得多少哈？你们拿多少，等一下就剩下多少，就到我借你多少。是是。哎呀，带走了。啊，我们坐车，哎，你们又来了。哦，还有我啦。 啊，刚才有买呢，不好意思，买一点点就好了。我不能通通都买呢，没有地方。这是什么东西？玉米啊，我烤好了。啊，又是玉米哈。哎呀，刚才买一大堆了。还有哪天别的？啊，越南。哦。New citizen。New citizen。越南吗？还没有。泰国有吗？本来没考呢。有。 没有买啊？刚才有买啊？乱乱讲，买花生了，有。OK，这个我没有。嗯，买这个，OK，OK，这多少个了？你要怎么算的？是他们的，是我有。啊，不是你的，这个。 这个就是你吗？这个玉米是我的。啊，OK，那我们多买几个。啊，十二个，十二个。啊，十二个。十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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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十个，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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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says he's shaky. 那时候他发抖了。不是第一次，我真看到了。十二个是吗？怎么第一次？不是我买的，我住在下面而已。哎呀，我第一次。因为这么漂亮，越南妹这么漂亮。会不会唱越南歌？会。哪一个？哪一个？他说他鸡皮疙瘩。为什么？我就去买菜，买菜而已啊！哦，我们不能再买了，因为我们要回去，要集合。集合。一个40块。四乘以十二，480。OK， 我在呢，我还要去集合了。OK。好。我该，没给 biết bài hát bài nào vậy？ những nẻo đường Việt Nam biết không？ Không biết hết rồi đấy。Nói lại đi, nói bài nào biết, nói bài nào. Vậy mà hỏi, nói sợ tôi không hiểu. Okay, she says she worry I don't understand Vietnamese. I said, do you know any Vietnamese song? She said, nothing, don't remember. Okay, 那对不起了大家。安吉谢了啊！好，安吉谢，因为用稻草种的。知道，那我拿那几包已经弄好了。对，好，这样100块就好。好，一百一个，所以4包400了。400。100块就。不可能啦！不要了，这么便宜。这个是用稻草种的。用稻草种啊！谢谢你。我喜欢。还在挑，你看那稻草很多。我喜欢了，没关系啦，谢谢。稻草也可以吃嘛。稻草种的，这个还要吗？
那行了行了，因为我要走了，我要集合了，他们在等嘛，不然改天我从这边改天再买下去 ，OK？ 那还没有买，按着些，按着些，对不起，我要走了，因为要集合嘛 ，OK？ 哎，不会了，感恩你，谢谢，感恩来到西湖，给西湖的乡民那么好，有来拜就有，谢谢，感恩啊，再见，感恩，谢谢哦，按着些。安子姐，啊，一点点，安子姐，安子姐，啊，单边单边，单边单边，感恩感恩，感恩台友，再见 ，in in， 啊，福建怎么说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我就跟台湾人一样啊！啊，再见再见，安子姐，再见，单边单边单边，拜拜，再见。去了，右转右转。哎，你好，右转哈，这位你好。大家好。好。啊，还好你们带了太阳了。昨天下雨很多，啊。那这样你们常常来，就我们这边会有常有太阳了啊。我怎么走呢？哪里都有爱人，怎么走？啊，嗯，右面还是左面？谁先讲？放嘴巴比较快。大家好，大家好。OK，Thank you 哈，谢谢。大家好哈。天气还好吧 ？OK， 啊，爱你 ，Love you。嗯，你漂亮。师傅好。再见，再见。师傅好。再见。嗯。师傅好。师傅真的好漂亮哦。师傅好漂亮哦。好漂亮。大家好啊。好。我好爱你们。谢谢光临。Thank you。大陆在吗？都是这里，太好了。他让你们坐前面也是算蛮好心的啊。哦，怎么办呢？走不完呢。走不完，走不完。啊，爱你，爱你。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Love you.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你漂亮，你这帽子漂亮。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我爱你，我很爱你，好爱你。啊 ，Hello， 你好。师傅好。哎，大家好。师傅好，好，我们有。师傅好，啊，师傅好，师傅好漂亮，你漂亮，漂亮，谢谢。师傅好，哎，大家还 OK 吗？这个还没走过哈，没有哈。爱你了，我等一下过去，看一下哈。我才爱你，才爱你 ，Love you，Love you， 怎么都在那里？都被关了。谢谢。嗯，呀，啊，要回去了。呀，你好。I love you。Love you。爱你。呀，谢谢 ，Thank you，Thank you。你好，大家好。啊，哇，漂亮啊！哦，哎，大家好吗？好。还温暖，不会冷吧？不会。不会哈 ，Yeah， good， good。Thank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谢谢你们来光临哈，谢谢大家来。嗯，谢谢。哦，做男孩子比较好呢。哎呀，
位置很空旷，隔壁都离比较远一点，这样也蛮不错嘛，哈。不会不会啦，不会，我很高兴的。这个工作比较忙，不过不会辛苦，不辛苦。哎呀，很好很好。呀，住那里还好吗？都被骗到那边去，我是自愿的，自愿的是吗？啊，嘿，来看那些原来的地方，哇哦，这里还好吗？好，啊、反正下雨可以挤哈。OK， 太好了，我们这样不用盖稻场盖什么啊，不用盖嘛哈，啊，这不错，空气好嘿，呀、yeah ，主要就天。近几天这样走好，昨天下雨很多，我想办我们的首都去比较那个有阳光的地方啊，像屏东啊、高雄那些，不过那边比较小，看看如果能够欢迎哈。你是从哪里来？屏东哈，那个就怕味道了，一点点。不过我有叫他们准备了啊，也许会来，那边比较大嘛。高雄比较小，高雄很漂亮，就比较小，大家坐不下。OK 啦，呀、yeah, ，看到哈，耶、yeah, ，看到了。嗨，你好。有看到吗？有。OK， 那我走这边好了。你好。大家好。啊、，I love you guys， 我爱你们呢、哦。好爱哦，好爱，好感恩你们来看，感激感激 ，Thank you， 谢谢，行了，看到了哈，一样的人啦，昨天前天都一样，哦，等一下我走过去的时候哈，小孩子都是小孩子在那边啦、啊，啊 ，OK， 我等一下会过去好吗？这样就根本没有人，很多人问我要不要运动什么，有没有运动，我说不用不用不用运动了，我那些狗啊让我运动够了，然后你们来的时候运动也蛮多的。 OK 哈 Thank you 哈，谢谢大家来看，谢谢大家，好，爱你 I love you， 爱你爱你，谢谢，爱你爱你I love you, thank you. 爱你，妈 ，I love you, 爱你，爱你。啊，感谢阿米达哈，罗丽安哈，罗丽安 ，yes yes， 罗丽安，哦 ，only Korean nobody else. You stay here. I only see you. Where have you been?Sometimes you see you here, but you come up there also sometimes. Okay. Vietnamese? Yep, Âu Lạc hả? Huh? Ah, yeah. Wow. The Vietnamese came a lot now to Taiwan. Maybe 50,000. Việt Nam qua Đài Loan ở đây nhiều lắm rồi đó. Yeah. Biết không? Biết không?该几哈、啊、我忘记多少了，有没有人知道多少？50万和是5万的，20多万，这 250,000 Vietnamese working in Taiwan and another 50,000 settled down here like wives and husbands. I hope you be good. Okay.Người Việt Nam ở bên này 250,000 người làm việc ở bên này, 50,000 người có gia đình bên này á.
300.000 người thấy chưa? Qua chiếm nước người ta ha. Qua đây gặp sư phụ ha. Ai da, nói cái gì? Excuse là sao? Tiếng Việt nó là gì? Good excuse. Viện lý do, đúng rồi, viện lý do. Cái gì cũng đổ thừa tôi hết. À, tôi đâu có biểu mấy người qua đâu, có không? Đâu có đâu, phải không? Có không? Có ai nghe chị hai bao giờ nói mấy người Việt Nam phải qua đây à, làm việc không? Có không? Không, tự động qua đổ thừa tôi. Đổ thừa quen rồi, phải không? Thôi qua đây được, nhưng mà làm việc cho giỏi ha. Làm công dân tốt nha. À, đừng làm mất mặt mấy đồng chí bên nhà mình nghe chưa? À, Bác Hồ mà sống vậy là Bác Hồ la đó, hiểu không? Oh, sorry, I'm sweating all over. I'm still look old, yeah? Still look old, right? Yeah. Today, I complain to the video teams and they don't make me look good. But when I look in the mirror, I say, oh, they tried their best already. If they didn't try their best, they would have looked even worse. Yeah, you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it. When you get old, you're old. No matter how much magic they're doing with the camera or how much special effect, you still look pretty old. What is that one? You don't dare say it. I said it for you. Okay, 大家有没有翻译啊? 台湾人都有翻译吗? 真的吗? 最后那边也有吗? 从这边到门口到下面都有哈? Huh? 红哥哈? Huh? 没有哈? Huh? 为什么没有? 你们有没有那个耳机给他几个?这边没有,两个没有呢? 那跟隔壁分享一下, 一人一半就也可以听哈? Huh? 嗯。OK, 哦,那个, 要4点了,去吃饭了。 I want to escape. Every Sunday is the same. You make me sit here so you can look. I don't know what for. You know, I'm just getting older every day, but not look different. I just went out to buy some shopping. You know, if you need something, you buy outside first before you buy inside, okay? If outside doesn't have or they close, they go home, then you buy inside. Do I still look old? Okay, yeah? I've been running outside and then run inside again. 我说你们那个，如果需要什么菜的话，在外面买 ，OK？ 哎，给我们隔壁，做一点生意给他们高兴。这边，而且他们跟我说，这边都是有，一说没农药的。哎，有趣。啊，有趣。 有趣不是有趣, 也是蛮有趣, okay. 那你们要跟他们买好不好? 他们非常可爱的, 我们刚才误付一点钱, 他们不要, they're very honest people, you know. We just mistakenly gave a little bit more, and they just run after us and returned the rest of the money. They say, otherwise, you have to buy more to make up for the money. They don't take your money at all. The people around here you can trust. 我讲过了好几次了，不过再讲一次哈。你们尽量买菜 ，OK？ 如果自己不用回去，可以给隔壁吗？啊，隔壁经济朋友啊，培养感情啊 ，OK 哈。他们卖非常便宜嘛，是不是？一包很大菜这样子，就100块。 哎，哇，太热了呢，给你们热气呢。<laughs> I want to barbecue me or something. I'm already sweating, you know. Sauce already all over. And the heater over here. Okay, just have a quick look and then we go eat. Huh? Not every day so late, okay? 我说看一眼然后就跑了，不要每次都那么晚。我刚才有客人嘛。 OK， 刚才有借客，然后早上忙到现在呢，从6点到现在呢。刚才因为有客人来，就有吃一点。今天多少外国人来？举手看看，台湾不算台国，不算外国。
一说总平东来呢，就说呢，不要 foreigner rising wait 哦，好多好多啊！那我们等一下可以上去讲话哈。大陆人有没有来？哦，越南人有没有来？有。The Vietnamese a lot here now, 300,000. And the Chinese 400,000. So soon we have only mainland China, mainland Chinese, and Vietnamese. The Taiwanese, you know, less. Yeah. Because many Taiwanese also went out, you know, to other countries to work or to stay or to marry or to settle down something. So just now, one of the government officials told me that maybe soon only Vietnamese, Taiwanese, very less. Oh well, I'm glad. 我很高兴你们喜欢台湾啊，因为我也很喜欢台湾。那 yeah. 你看哪里有这么好啊？多洋气是吗？哎，多少人来还是一样洋气哈。 刚才还有人说，我比刚他看到我那一年以前，现在比以前还要年轻了。嗯，<笑>哎呦，跟你说哈，大概是这样了。嗯，大概是这边空气好了。嗯，或是大概我跟那个年轻的狗在一起啊，<笑>啊，要染到他们的那个。 气氛哇，他们真的年轻哦，走路好快，跑得好快，没人吹得上。如果他不想来的话，你吹不上了，所以应该用直升机了才可以。If you want to catch the dog, I think you have to use UFO or something because it's so fast. Oh, they have been cooped up too long, you know, in Hong Kong also because. We had to rent an apartment or waiting, and then when we came here, they had to be quarantined. You know, I say imprisoned. I don't say quarantined, imprisoned for 1 week. You know, so when they came back here the first day, oh, they run from up to down, from left to right. Oh, they run so fast, nobody even saw them when they passed by. So fast. I said, oh, there's a dog. Where? And then suddenly, whoop, again, so fast. They have so much energy. I don't dare bring them down, okay? Six of them. And they all run very fast. No, the big one is easier because he's been with me longer, okay? This only may be with me maybe 7-8 months or maximum 10 months. They're still babies, you know, puppies, and they run so fast. They eat a lot. They want everything, every time, any time. And when they're out, they run so fast. Luckily, I have enough room, you know? They can run. Okay then. 看到你们好高兴，就不知道怎么讲话了，都讲。<笑>现在只有台那个国外人留下来久一点是吗？台湾人没有来，只有近几天是吗？嗯，你们没有空是吗？ 有那为什么不来？这等打残干什么？现在还要打残啊？啊，多少人那个台湾人留下来举手看看，不能留或是不想留？有没有人不想留是吗？不，<笑>对，那你们为什么不留呢？就丢外国人给我照顾？ 啊，是不是怕他们？啊？谁说？我有说吗？我说台湾不能来吗？哪好笑？你这国你怎么不能来？啊？<笑>你们要来就来，要去就去嘛，这边又更方便了。 嗯，空间很大啊，国家自由啊，怎么说<笑>不能来？
大概误会吧，啊，大概误会了啊。OK， 哎呀，哦，这么高兴啊，啊，我认为你们不想来，所以每次下去找一个那个留下来台湾找不到哎。我认为你们不要我老了就不要了。OK OK， 行了行了，行了 ，OK， 要留就留 ，OK， 就是责任不能丢了，就这样 ，OK 哈，责任不能丢开，不能抛弃先生太太小孩了啊，因为他们养跟我们养不一样，懂吗？像我当然有助手照顾我的狗了，不过他们照顾不一样啊，懂不懂？嗯，他们的狗还是任师傅当那个主人的 ，OK， 当他的那个最亲密的朋友啊，啊，他们比较喜欢跟我睡在一起了，不喜欢跟他们睡在一起。既然他们每天照顾，而且照顾已经几个月了。而且四个月我没看到了，还是一样认的师傅、啊、小孩先生也是一样，他不会认别的太太的，听懂没有？太太也不会 认别的先生的 ，OK， 所以还是要照顾，感情要培养、啊、家庭要、整理好好 ，OK 哈、啊哎，不要找借口来这边说师傅讲的，我没有说，我说你们能留，并非应该留、啊知道了哈，还是要负责任 ，OK？ 要世界和平的话，我们家庭要先和平，听懂？嗯 ，OK，That's it。如果你们能留的话，我就不用留那么久，我上去跟外国人讲话一下了。那能留的人就随便嘛 ，OK？ 能来就随便 ，OK？ 就怕你们不方便而已。下雨天最好不要了。昨天下雨，你们还打伞呢。怎么那么长呢？我担心死了，我好担心呢、啊。昨天你们还好吗？好。我还问那些屏东高雄啊，能不能容纳这么多人的？他们说不能哎。还有，我担心外面的那个做生意人，我们走了，他们怎么办呢、啊？是是，我有担心呢、啊。怎么办呢、啊？带他们一起走吧。我真的什么人都担心，我不是开玩笑的，这听起来很好笑，不过真的担心了。说昨天雨下雨太多嘛，然后我看雨这么多，连我在房子里面呢、啊，不是山洞里面还冷啊，何况有那主事器啊，它会温暖一点，还是会冷呢。何况你们在那个帐篷呢，你们怎么当那个强人啊？哈，啊，英雄是吗？不怕冷是吗？昨天冷不冷啊 ？Yes or no？ Yes or no？ Yes or no？ 有一些冷，有一些不冷哈。你们不知道下雨会凉啊？我昨天不下来，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后来知道你们有在了，不过我不下来，知道为什么吗？不是下雨的关系，我哪怕雨，你不怕我怎么怕？我怕我下去就鼓励你们了、怎么暴风大雨也来，然后生病了、啊、什么又怪师傅啊？如果你是生病中凉啊，然后你先生太太又怪谁呢？怪那个师傅嘛？怎么冷还叫人家来？这么下雨那么凉叫人家来是什么意思嘛、啊、所以我不下来谁都不能怪我了、啊、你们认为我在然后我会下来、啊、开玩笑我赢了我不会下来的、啊、你们那么多人不会赢的了OK 那我就上去跟他们国外人讲话因为他们短暂嘛 OK 他们也许不能留那么久有一些人从大陆来听很感动你知道吗从那个很偏远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落的大陆懂不懂过来啊靠近西藏那些了懂不懂啊、哦、好远好远这怎么新疆新疆是最远是吗
黑龙江什么白龙江，哇，好远好远，两天三天才到西湖，了解吗？哎，我听也想哭，然后总西湖回去那边又再两天，不是三天的，懂不懂？有一些是两天，有一些是三天，一个礼拜过去了，才能够看到师傅一眼。 所以我就先上去看他们了，了解吗？哎，你们台湾的如果能留下来，也可以上去，OK？ 嗯，就不能多余问任何东西，<笑>就能听而已，OK？ 闭嘴巴，开耳朵，嗯<笑> ，OK？ 因为他们时间不多，我要剩时间给他们，听懂没有 ？OK， 好了 ，I see you later up there, the same place, OK？ Yeah。 好了，下个礼拜见了啊！如果在的话，不在的话就去高雄或是屏东问问看。OK， 你是台湾人吗？大陆来的啊，能留多久呢？十五号走了，今天已经十号了哈，还有5天呢。OK， 从哪里来？远不远呢？深圳过来，深圳。 深圳，广东啊，不很远是吗？很近的哦，而且深圳就是靠近香港那个地方，还好了。<笑> He's from China, but not very far. He's from Guangdong area, you know, near Hong Kong. That means about 2 hours flight. But maybe sometimes they have to take a train or bus to go to the airport. Huh? Okay then, I see you later. 帮我开车到这边来，开我的那个开车啊，对了，叫护法开我车到前面来。OK，我从这边走。然后护法帮忙开我车到那个什么竹房呢？篮球大竹啊，篮球场那边。 OK， 谢谢。现在没有篮球，还是一样篮球。竹房，竹房。以前啊，好久以前嘛，几十年以前啊，他们。 该那个地方有一个篮球的给小孩子那个和尚玩嘛，真的是有效呢。有一个以前在这边当小和尚、小沙弥很小啊，哦，他一直玩那个篮球，长得真的高，哦，真的高啊，2米呢，台湾人啊，长那么高，啊，优秀的。 有效，你们如果想讲够，在家里弄一个篮球，<笑>我们来不及了，<笑>来不及了，<笑>算了，来不及算了，<笑>别人了 ，OK 哈 ，See you next time， 下个礼拜我是下一站 ，Thank you， 谢谢，祝大家平安啊。 谢谢，祝大家平安啊。谢谢，祝你顺利。怎么样？啊，现在我们有这种好号，嘿，总比没有好是吗？是啊。 啊，早知道我就多该给大家了。哎，行了，我们现在有新的大帐篷地方，你们知道哈？还没有，还不能用，不过大概下一次就可以用了。OK， 嗯，Yeah，Thank you 哈，大家，<笑>平安啊。哎，现在来这边还债了。<笑>哎。 Love you. 师傅好。Very good。你好，小孩子。师傅好。 How are you? Why are you sitting here? Husband, why sit here? No. I come from Australia to see you, master. Why did you sit on the? I was told to sit here, so who? I'm just. Who told you that? All your friendly servants. Come with me. We're going up there to see all the foreigners. You can come with. Thank you. You have any friends or anybody?
No. No. Oh, okay. My sister-in-law. Sister-in-law, come. My sister. Yeah. Okay. 你好。大家好。 Yeah. Hello. 师傅好。哎呀，我们都老了，嘿。师傅好。I love you. I love you. <笑>小孩子可以过来，<笑>小孩子没关系，过来了。大人别骑了。<笑>啊呀呀呀！哇，师傅，我最爱你了。我最爱你啊！师傅，你好漂亮哦。你漂亮，谢谢。你也很漂亮。我从小就喜欢你了。从小就喜欢我了，哇，哇，很荣幸呢。好荣幸呢。<笑>有了，又降了，谢谢。<笑> OK 了，耶耶耶。哎呀，好多小孩哦。 你们好认真哦，认真，生好多小孩子，哇 ，OK，生好多小孩子，哇，好多小孩子，OK， 喜欢你，小心，小心，小孩子，小心，小心弟弟，啊，是哪一个人在属于这个弟弟？啊，你好，哎，你好，我爱你，我也爱你，小心弟弟，啊。 要再来了哦，包不完怎么办呢？哎，包不完怎么办？还有没有人包？还没有包的过来？没有，没有，没有包。<笑> OK OK OK， 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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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急。好了，大家都太兴奋，想看师傅了啦。真的，你怎么知道啊？<笑>啊，证明好了好了，小心小心，别急别急，行了。 暂停暂停，小孩在前面，OK。小孩在前面，那骑就不行了，哦了 ，OK 了。还有那个后面都没摸到了，没有抱到了，哦，抱好就走。爱你爱你爱你，谢谢你。哎，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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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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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Hello baby love， Hello Hello。 OK 了，小孩都摸到了吗？还没，那个两个还没，又有了哈啊！爱你爱你，不要再担心了。谢谢师傅，谢谢你，谁你们生那么漂亮的小孩子？嗯，哒哒哒哒，有了吗？还没哦，哎，老人家，别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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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就能，别人不要急不要急，不能急不能急。 不能急，谢谢你的爱，不能急，爱你爱你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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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别急。OK，I want to escape. 爱你。 Thank you very much. 过来。 不要推，谁能就能，不能不起。 OK， 你又回来了。 OK， very good. 行了，啊，老人，师傅肯定会老人家，老人，这边，好了，老人你好吗？你好，爱你好，你好。是老人，小心别挤老人在前面 ，OK。老人跟小孩是不能挤的了，马上到他有到，老人都摸到了，哦，好，顺便了，顺便了啊 ，OK。
老人智慧比较小嘛，听懂吗？今天在不知道明天在嘛，所以给他们优先了，听懂？别嫉妒哈。哎，像老妈年纪那么漂亮，哎，大家 OK 哈，OK，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谢谢你，谢谢你，姥姥，OK， 是 ，OK， 我要走了啊，再见，改天见，啊。我的高尔夫车呢，在吗 ？You come up with the foreigners. Come, come. You're welcome. I'm just sorry I'm delayed by my love. Come with, okay? 让他进来，带他上来。哎，别急了，拜托，别急了。如果没有的，跑到那边就比较不那么多的人就可以碰到了。哎。到那边，别急，别急，到那边分散一下，到那边就会。那个外国人，让他上了 ，OK， 呀呀，对对。好了，好了，已经摸到了，给别人 ，OK。哎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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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啊！不要挤过来。谢谢了。Love you guys。后面，后面没有的，让到前面来好吗？没有的人就过来。Yeah。我过去往后。啊 ，OK。那啊。摸到了啊，节目了啊，有没有人没有？大陆可以上去啊，啊，你们可以上去嘛 ，OK，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OK， sorry， 行了。手刹车。我来。就这样，那个护法有刚才买一些东西不够，那个零那些东西在哪里？给护法的吗？哎呀，给护法。给护法的，他们都我们都收起来，就特别放起来。够不够啊？够。一点点上增嘛 ，OK。我不能整街都买，没时间。OK。那个钱的要他们要跟那个太七拿 ，OK。那你我借多少人钱？如果不拿的，开除你们。好懂了，懂啊，知道吗？知道，知道。后退一点了。Love you， 爱不完了啦，你们人多。Thank you， love you。下来 ，OK， 赶快安排。好，外国人怎么都还没上来？好，啊、那个请外国人赶快上来。等一下下来 ，OK 吗？好。下来，在那边等啊。OK。好。水果比较可以直接吃的。这个是还不熟，有的。有没有什么饼干糖果呢？饼干糖果都没，我没买哈，都放在他的。好像都放在那个，就是护法总裁那边。护法的是对的，不是我的没有哈。哈哈。是不是有花生？我马上去就带去。还有什么地方？没有了，都没了哈。啊，这下面有一个，这里。这边就这边，鼓掌。还有吗？就这样。香蕉，香蕉。香蕉可以。OK。谢谢师傅。花生。花生也可以。好，老花生。他们一人。一人一个。好。一人一粒球。一人一个。好。OK 了。Yeah, I bring it there.
个人就后面啊，对了，看那个表，我走了，不然他们会乱掉了。那个外国，刚才那几个外国人跑被挤到哪里去了？刚才他还坐这里。这里，这个。啊，谢谢。You get peanut for me. That's all you get. Together, okay? Thank you, sir. Some more. Yeah. Thank you, sir. I don't have a lot. Yeah. Hey, just everybody just one couple, one right? piece. Yeah. Together, okay. Give the foreigners, the Westerners. This is from Taiwan, organic. It grows around here. Oh, this, also this can do. To take some and throw it. Okay, master. Thank you. Here you go. Take it. Why do you do that? Eat it quick. Thank you. Hello. 还有什么？没。I come back real quick, okay? I come back soon. I let them have time to.Prepare, and you settle down. I come back. 哦，这个两个有多少个？这里吗？哦，那不行，我够了，他们会打架。我给他们那些工作人员，对不起，我很想多买，就是没时间了，懂吗？没时间，这些都是菜了，菜也不能马上吃，买给他们高兴了。我这厨房他们也可以用，都是菜啊那些是吗？那随便放了啊，好了，哎，12可不够 ，OK 哈，不过你们护法都有哈，有一些哈上证哈 ，OK， 我等一下马上下来让你们先处理，处理好就上去报告你的护法，叫你的护法跟你讲一下哈。好的。小孩吵 ，OK， 你们要回去就可以回去了，哈。有东西可以下去一起吃，然后就回去了。刚才买那些东西啊，哈，一起吃，然后回去吧。谁能留就留，不能就走了。我不怪你们，啊，没什么事要那么多人，谁敢做我什么 ？OK， 他们很凶啊，很凶，连我也怕他们。OK 啦，耶、yeah.。又再来一场了，都是台湾人，都是台湾人，吵吵闹闹 ，Thank you 了，多这样会不会冷啊？还好吗？啊 ，Yeah，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love， 啊，行了行了，行了 ，Thank you。Have you ever eaten this before? You did? Yes. Oh. Thank you. Oh, the Westerner. Anybody who has not eaten this before? You? Oh. Well, you too share. No. You ate this in your mother's stomach already. You too, okay? You too share. Only Westerners, they don't know these things. Anyone, the Westerners, have not eaten this before? You have not? Okay. You like it or you have not eaten? I love this one. I love that you have eaten already. Okay, never mind. Give it to you. Really? You're from far away, from Australia. And this one, I know I have just a little bit. Everybody has like half or something. Westerner only, okay? I bought it outside. Okay, welcome. Together, huh? Everybody one piece, okay? And you two share that precious fruit. They call it su jia here in Taiwan.
Sutta means Sakya Muni. Yeah, because this one looks like the top of the head. Sakya Muni Buddha had them when he was alive. So they call it Sutta. So you're eating the Buddha's hair. Good luck. I thought you Westerners haven't seen those things and haven't eaten, so I give to you. I don't have a lot. That's for me. I give it to you. Ah, 要来这么多人，怎么会呢？ 我说外国人而已呢。哎，啊，台湾当然可以，不过怎么那么多呢？不回家，哎呦，不吃饭了，不回家了，哎呦呦。 My God, behind you also, yeah? And then on the side, here also. Okay, listen, guys. 那大陆的人新来的，下一个礼拜还没看到师父的，举手看看大陆的。 Okay, 哪一个是最远的？比方说两天三天的才到的，你多少天？两天的。 两天跟三天，四天，总两天过来这里。妈来，别嫉妒，他们这么遥远过来，我们要对他们好一点了啊、哦！过来了，两天的，两天跟三天四天的才等到这里来，就过来这边。哎，懂了？别人别骑了，别骗我，别骗我。<笑>过来，来。 上啊，先哦，那么多人两天三天才能来，真的吗？我们查 ID 看看呢。好，来瞧一瞧，对不起 ，sorry you guys， watch your foot， okay， watch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I'm not responsible， okay， yeah， 过来，过来近一点，靠近上来，对不起，我台比较小，上来没关系，能上就上，因为我。 我不能给那么远了，哎呀 ，OK 了，谁能拿着我就拿什么。啊，来，哎，妈妈，来，哎，一人一些而已啦，不要通通的，多的话给隔壁 OK， 我不是大市场啊，你拿已经5、6包了。<笑> 我们这边不是 supermarket 呢 ，I cannot have everything. Yeah， 你好，来，从哪里来这么远了？老妈妈她没有了，你们都抓到了，来，妈妈，给她多一点，OK？ 别拿哦，哦，没关系，人不多，<笑>留着多看几年吧，来，我爱你们。 一两个就好了，不是拿多才多爱，不是吧？前面反而拿不到，知道吗？来。
不够地方，坐后面一点，你们护法让开，护法让开，你们护法让开，坐到后面一点点，这样比较有空间嘛，好不好？坐到后面一点，好不好？比较有空间，坐上来，老的，坐上来，不够给他们，不够，坐上来，老的上来，上，哎，上来。 这些老的上来，先上来，老的，OK，坐了，过来，上了，坐了，坐下来，坐下来，过来，OK 了哈 ，Yes， 老妈 OK 啊，你坐了，你坐了，你坐了，不贵不贵，OK，哎，坐，没关系了，不管他，鞋子不管他，这地板的也等一下可以擦。 他都没东西啊，没拿到啊，有了哈，啊要做 ，OK， 好了好了，行，OK， 姥姥没有啊，啊那你坐后面一点，这些拿走好不好，护法，拜托，让他们坐的 ，OK， 以后我们再处理，要坐了，妈妈，妈妈你坐这里，好，那个绿色红色，对，坐那里，过来过来，给了哈 ，Yes。 哦，你们多少天没有洗衣服了啊？闻得出来，不是肥皂的关系吧<笑> ？OK 了，阿妈，坐了，坐了，最好的位置给你了，坐了，<笑>坐，鞋子没关系了，穿鞋子，我也穿上去，太冷了，穿上去。OK now。 你有没有那个耳机了 ？OK， 准备，因为有时候我会讲英文哦。啊，你们有什么急的要问吗？啊，没有，没有就好。万岁，万岁，万万岁！谢谢你，<笑>我不要留那么久了，<笑>百岁已经够了，万岁是太多了，一样吗？ 这么老还过来，这么远还敢啊？简单，简单。你吃的没有黑城啊？啊，见不到。啊，见不到。哎，这么远还敢来？哎，来。没有你，我在。
太久见了你，这十多年来我一直盼望着能够近距离见到你。今天终于达到了，感恩我很感动。客气不客气，别开始哭，大家都会了。他们要开始哭起来，麻烦了，我不够那个。客气，咳嗽吗？有没有人咳嗽？一点，没有也会哈，没有也会咳起来。<笑> 哈哈哈哈哈！这一个出家人，他是个出家人，他是个出家人，出家人，他是个出家人，修道教的，出家人，哦，他哪样？他我跟他没出家的，我要去出家了，不要了，继续出家。<笑><笑> 啊，来给那个爸爸。啊，住家人。No，你不是住家，你剃度我就给了啊。<笑> 终于没有好哈，那给那个哭哭那个人了，后面了。死也不好，死也不怎么样，不能死啊，死也满愿啊。我说我是要不，我认为来这边要死的，别。哎呀，不行，OK了嘛。OK，好好。可以，给你那个脚嘛。啊？想给你的脚。干什么？no。 不要，那么老了，那蹲下来很痛，不要了，不用了，不用外表了，OK， 尊重心就行了啊，我们爱都是在心里嘛，啊，不用麻烦，不用拜，不用顶礼什么，要保重，你也要保重，摸不完了，大家原谅了，OK， 摸不完了，挺好，那些老人而已，OK， 老人在前面摸就好了。 太多人摸不完了，OK， good good， 啊，好 ，OK， 摸一下，啊，对，谢谢了，谢谢，摸不完了，摸的话会挤人呐，太苦了，不要啊，谢谢了，Oh my god， OK 了，不要外表了 ，OK， 我们心里就明白就好了 ，OK 哈，大家都修得很好，就 OK 了哈，嗯，啊，Are you initiated? No. You are? Why they give you such a funny? I was moving house. Huh? I was moving house in Australia. Uh-huh. I misplaced somewhere. You lost it. Not lost, just misplaced. Misplaced somewhere. And is your new house better for you? It is much better, yes, Master. Yeah, where did you move from and where to? I was living down on the New South Wales coast, and now I moved to the Gold Coast. Gold Coast? Yeah, in Australia. For gold? Not for gold, Master. Yeah, of course. Okay, love. Then you could sit together with them, okay? You follow them, Yes. Yeah, so that you don't get lost, because it's the first time you came here. You show him everywhere, okay, huh, you guys? The man, not the woman, okay? I'm worried where you want to show him. We have a couple of men here, it's all right, yeah? Just so that people don't misunderstand us, yeah? Okay. Anyway, there's some problem in the world, you know that? Because we are different, huh? Some like men, some like women, and this is where the problem begins, yeah? If we all don't have men, then we don't have a lot of trouble, Some have trouble, right? And if we don't have women, the men also will have more peace. Right? Sorry about that. But sometimes you cannot choose, really. Before, I had big dogs, so I prefer men, yeah? They can drive cars, they love driving, they love machines, any kind, okay? So driving is their stuff. And I also like them because my dogs were big, you know, so they can carry them to the car, carry them from the vet,
sometimes when they're sick or they cannot walk or when they're older. But then we have I have some problem also with men, because people would think, oh, why I have so many men swarming around? I don't know why either. Ask my dogs. And then later I said, also sometimes jealousy, you know? So I said, okay, you choose woman better, less trouble. But then I have another problem. You never know who's a real woman or just 50-50. Or even 100%, the other way around.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you never know. So the outside doesn't really matter too much. It's inside. Oh, my dog is here? Oh, yeah, I dropped him down. I forgot. There's no chance to come, baby. No chance. He's big. Oh, my God. There's no place here, good love. You can go back home if you want. If he makes trouble and if you don't want to stay, you can bring him back home. If you can control him, it's okay. I go bring him some water. Drink. If you want to go home, take him home, okay? Yeah. Normally he can, but today he can only sit here, but I don't think it's a very good idea. And I didn't know a woman can also become jealous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of 50-50 problem, you know. You understand or not? I don't know anymore nowadays who is who, you know. I don't know who is 50, who is 100. So I just close my eyes and whatever. I don't want to see anything. I don't want to know, as long as they don't bother me, you know. So we have some problem because of, sometimes competitiveness or sometimes jealousy. Yeah. So it doesn't mean that if you have a lot of men around you, then you're okay. Yeah, you have no problem. They also can be jealous of each other. Yeah, for no reason. Funny. And if you have women all around with me as a woman, it's not necessarily that you have peace. Oh, 对不起, 和尚,你, 不要上来, 算了,坐那边跟男孩子, okay, huh? Yeah. 你们不要挤他, 听懂没有? 人家当和尚就要离远一点, 尊重,远一点, 五米是最好, 这边五公寸也没有的, 你看, 好了, 你要念佛了, 就没事了。<laughs> 那个女和尚也要念佛了，就没事了。好。 对不起和尚,你要不要上来,算了,坐那边跟男孩子, okay, huh? Yeah. 你们不要挤他, 听懂没有? 人家当和尚就要离远一点, 尊重,远一点, 五米是最好, 这边五公寸也没有的, 你看, 好了, 你要念佛了,就没事了, 那个女和尚也要念佛了,就没事了, 好。 对不起了，我们不是不尊重，就是我们家里很乱，你看了，冲的这个样，急那个样子，没有谁敢管谁的，管也管不了，懂吗？我喊得好大声，到有时候没声音了，他们也不听了，冲就冲就对，下雨也来，暴风也来，台风也来，地震也不管了，谁也不怕都。 <笑>所以刚才我跟护法说，算了，你们太晚了，平常他们护到五点嘛就回家了，巴士在等啊，懂吗？所以我说你们先回去了，他们还是想留下来保护师父。我说不用了，人这么多了，没人敢做什么，<笑>而且那么可怕的一个团体，<笑>打雷也不怕的那这个团体，懂不懂？ 我说我连我也怕他们，谁敢来这边惹什么事情？哎呀，你都懂啊，笑好厉害，还好了，你能笑我就高兴。笑就对我们很好啊，听说笑的话身体健康嘛。
有没有精神也开朗啊，血脉都很好啊。OK， 那多笑没问题。那个笑的事情我们这边不缺了，所以什么人身体不健康来这里突然就变健康了。刚才我有那个贵宾嘛来看，他说哇，一来这边他就觉得看到师傅，他觉得舒服了，懂不懂？就什么烦恼啊，什么那些政治的问题啊，什么啊，办公那些争吵啊什么的哈，是非什么都，啊，都不见了，啊，谢谢师傅，我说我没做什么，我说这边空气好嘛，而且我们笑很多了，懂不懂？动一动就笑，没讲什么也笑是吗？你看我讲的对了，没讲什么就笑了。笑我就笑得很多，他怎么老了笑这么开心啊？从来没笑过。OK， 就是这样了啊，那呀，也不用吃饭了，说也不饿呢，神奇感应的满满的，没讲什么也可以笑的，嗯，我看起来很漂亮啊，他看我都笑了，好像我是那个什么那个。啊，那个那装那个很大的那个马铃薯，小丑啊，猴啊，啊马戏团的那些那个嘴巴弄得很大那个啊，那个哎，我们口红就铺在里面而已，他口红都铺到外面了，有没有？然后眼睛就弄得好黑，嗯，然后还掉几个黑的眼泪下来。啊，哦，是啊，然后这个鼻子放一个马铃薯，哦，那我不是，是马铃薯吗 ？Tomato， 对呀，啊，他看到我像看到那穷人一样的时候，就是靠笑着很大声啊。我没有演什么东西呢，我也没有化妆这么厉害了，没有放那个嘴巴那么大，他们看到我就好高兴，就笑了，我就，啊。啊，我不知道开不开心，也许我看起来很好笑了，啊。我知道了啊，如果你们不要我的话，我知道我要去哪里，嗯，马戏团了，我要去马戏团，你们不要我就走了，我去那边人家就，啊，对啊，因为我看起来那么好笑，是啊，所以我去那边一定可以赚钱的，就为你们笑就免费的，太可惜了，是不是？嗯，我要去赚钱，去马戏团就对，嗯，多赚那种比较大一点嘴巴就可以赚钱了。不要啊，我要去了，不让师傅去哦，你有什么权利挡我？我要去赚钱了，要不要让我去？你认为你比我老，你就有权利吗？因为我们爱，爱就不给我去马戏团了啊，不给我去赚钱。后来我们就笑不成，笑不成。你去马戏团那边看啊，要付钱，要付票啊。这边我就跟那个贵客说，这边因为空气很好嘛，所以村民啊，他们现在有几个话，这个村呢，700到1000人而已啊，700，这7000，7000不是1000啊，整乡的多少？7000人，真的吗 ？7000， yeah， really， 啊，七千不是700哈啊，既有。有80个已经活到80岁了，还健康快乐，每天工作了。还有多少个那个活100岁的，懂不懂？嗯，就100岁还不想走的，懂吗？像你们一样啊，赖在西湖这里。嗯，永远健康。谢谢你，嗯，谢谢。这边因为空气大，空气好嘛，人小啊，啊。这个城市人比较小，而且，树木很多哈，你们看哈，嗯，很多那个竹子啊，竹子，bamboo，竹子是给我们那个，比普通的树还要多氧气的，
这边竹笋多，从这边走到后山那个李和尚住那个是都是慢慢竹笋，然后你们如果到处都跑这个山啊，是隔壁的山都是竹笋多，它长自己长了，嗯，所以很空气很好啦，嗯，人小嘛，嗯，我们这边又没有车子来来去去那么多。 嗯，所以来就觉得高兴快乐，然后认为是师父有神通，<笑>我没有做什么，了解吗？哎，大概我回来也是觉得蛮舒服的，嗯，这边呢政府好嘛，哎，很欢迎师父，嗯，<笑>我好的，谢谢，嗯，人民都很善良了，嗯。<笑> 不会了，也许有一些他们那个喜欢那个展览，他们自己的肌肉啊，有没有？哎，所以在电视有时候有，展览更厉害而已。不然他们心里都很善良啊，不管是谁，台湾人都很善良，嗯，非常善良，嗯，有时候太善良了，<笑>这样也好吧，啊，这种国家的话。 当然会和平嘛，哈，嗯，不管谁上来当政治人员，不管搞什么，都是人民太好了，那气氛好的话，当然国家会好，嗯，人好国家会好，嗯，其实有一些不好的话也是小事了，小事，嗯，多数他们很快乐，也看到笑嘻嘻啊，嗯，最小来这边都看到笑，不笑就不行啊，<笑> 怕被挂那个名单呢，然后就笑了，勉强也笑了起来嘛。<笑>我有一些人不想笑，为何就被染到了，懂不懂？被他们传染那个笑容的气氛，然后也是勉强笑住了。嗯，啊哈哈。OK， 你们。 大陆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么远来？嗯，说说。嗯，我是一个从洛阳来的，知道吧？洛阳啊，洛阳啊，哇，远很。多久天呢？坐两天吧。两天就不远了，哇，对我是好远哦。嗯，是，我是帮别人问，别人他要叫我。 他说你去了帮我们问问佛吧，我说行啊，嗯，主要是他的侄子他是当过兵的，嗯，侄子是完就锻炼回来了就受伤了，受伤呢他就退伍了，他就参加一个猖狂。 结果受伤了，受伤了，那也只得看师傅的书。但是，别人就跟他说，就修过方便法，光念念师傅，就说，他说，哎呀，要不我也修好吧？要帮他，要帮他一命是吗？啊，就只有这只手，赶快去医院嘛！啊，不，他好了点，好了，锯掉了，只有半截儿。啊，这只是。那还要问什么？ 他就说想隐形，他只说要不，如果是佛同意啊，他也办理证到这儿来，请师傅为他隐形。他要来，可以啊？为什么不能呢？这他的手有问题，而且他头脑没问题啊。头脑没有，这只手好点。手的没问题啊，受伤一点嘛是。这只手是对半截，这只手好好点。嗯。 不是两个都受伤，没对呀，只有一个。如果他能上飞机，能带行李走，我没有反对了。好好好，怕他痛苦而已啦，不是说不能，听懂吗？他的老婆也是我们这头修这个的，啊，真的呢，是的，不是同修就神经才要来啊，<笑>没有人要来看除了我你们。<笑> OK， 所以说我就可以，谢谢师傅，可以没问题，谢谢师傅，就最好就是要等到他好一点才来吧。他身体挺好的。OK， 好吧，受伤的是很困难的，不方便了。他好了点，好了多少年了，他想进门来休息。好 ，OK， 好，谢谢师傅。OK，
不是上来这边就好，不是这样，我没答应任何。不是受伤，他是直接手没有，他是半接手。啊。OK， 然后要怎样？哦，常印心呢，讲这个样子哦，他是同修，你不是说他是同修吗？了，哦，就是这个参见人念老。OK， 了解。我，那知道，我知道。啊，他是老婆，是同修。他是先生，啊，都几岁了？嗯，大概有五十多岁吧。啊？五十多岁哦，叫他修方便法不行吗？他的意思就是想进门嘛。啊？当然了，我知道谁就不想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叫我替他问问佛，佛同意了他就办证过来了。嗯，他一直吃素，他老婆都是吃素的，他不吃素的。嗯，他为什么等现在没手才来？为什么有手已经不来了？老婆，我就不知道，我也帮他问问，就是。老婆以前应信了，他为什么不跟着应信？现在等着才来为难我呢？教他修方便法再说好吗？好。师叔修方便法很好，就不用规矩那么多了。修方便法就师叔能吃十天十五天，能吃多少就多少了，最少十天了，净化自己。啊，就不用什么规矩，不用要求什么了。好，谢谢佛。而且，谢谢师父。老婆也修行嘛，就一起拉他就好了。OK， 行了。谢谢师父啊，方便法就行了，方便法。Yeah。师父好。你好。我儿子就是在那个游戏厅，他就是几分钟之内他就输掉了人民币5万到6万，然后我也好苦恼。平时这个孩子也好叛逆，也不听我们的话，我也管不了，但是我还是来到这里，我以后该怎么办呢？对这个孩子该怎么教育呢？哦，我不懂你要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啊？等一下下，我希望孩子当一个，正直阳光的，哎，对，乖乖的孩子。就看你怎么教育他啊。我没有方法，像请师父慈悲开示嘛。他是怎么样的孩子啊？他为什么你要他改善呢？他几岁了？22岁了。嗯，有没有工作了？他不上班，每天吃了饭就躺床上打游戏、看手机。不工作。嗯，大陆如果没工作怎么赚钱呢？他要我的钱呀。你不给就没事了。不给他就生气了。哦，你怕他哈？怕。哦，到这样了。那先生讲什么？先生在这里。对呀。你们两个输给他，然后你叫我一个老的，然后小孩子那么多要管你，那个小孩子会不会不公平了一点呢？哎，师父有智慧吗？智慧，我如果能够强迫别人的话，我早就把整个世界变成天堂了，了解吗？我即使有神通可以控制别人的脑袋的话，我也不会用的，这样没有用啊，就是跟给人家毒药或是喝醉酒一样啊，不给人家自由啊。他以前有没有工作过？有。好，那叫他继续找工作了，少给钱了。OK， 跟他讲，你有多少孩子？只有一个是吗？一个。当然了，哎呀，哎呀，听得很面熟。听得很熟哈，就是一个小孩，又是男孩子哦，好宝贝了，宠坏死了，才这个样子嘛，从小宠坏了啊。所以现在政府改是对了，两个可以有吗？哎。
người thanh thanh, môi đỏ và mắt xanh, kia nhìn như trăng rằm, nụ cười thơm trầm. 一个的话会被宠坏死的，了解吗？ 哦，什么元气啊，爱力啊，钱啊，时间啊，都花在那他的身上啊，所以小孩长大的话就被宠坏习惯了，就去工作，老板骂一声，动一动就跑回家了，不想工作。你家里没有被骂过，没有吗？不用工作也可以拿钱用啊，何必去工作又被老板骂，又被那个同事什么计较啊，了解吗？ 当然不工作啊，我也不会，如果我是你的孩子，我也不会工作，可以还免费零钱呢，是吗？而且有房子可以住啊，有饭可以吃啊，妈妈还帮忙洗衣服啊，我告诉你，嗯，我管不了你的孩子了，啊<笑> ，leave me alone， please。我有碰到几个。 像这样以前呢，在我旁边当助手，不然的话当助家人，了解吗？如果是不是单独儿子，我们中国人要重男轻女才麻烦，了解吗？哎呀，然后要他当王了，是不是生出来就当王了？所以现在来不及了，你慢慢改 ，OK？ 他已经太老了，恐怕很难了。不过你慢慢跟他讲 ，OK？ 说。 我们父母只有你一个，靠你一个了啊！你要做好一点，好人让我们，照慢一下，让我们对隔壁啊，是亲戚朋友照顾一点，我们就靠你一个了。嗯，你尽量嘛，牺牲一点自己的本我啦，我值啦，然后让爸爸妈妈高兴一下。嗯，我知道你会的，你长那么壮，那么好看，嗯。 如果出去外面了，人家看你没有工作，啊，女孩子看到你也没工作，啊，他们如果要问你，你说怎么样嘛，懂不懂啊？哎，做人是要有一点，身份呐、啊，跟他讲，人家才尊重。嗯，我们不是要你的钱呐、啊，也不是需要你做工作勤劳，就是需要你有一点那个男孩子那种自尊心呐、啊。 OK， 给人家骄傲啊，给隔壁尊重我们，不然我们也就没面子看别人，讲给他感动一点 ，OK， 然后万一你碰到一个意中人，你说你就没工作，他怎么看得起你嘛？你知道我们中国人人很多了，找工作要竞争力很大，所以也要忍耐，要牺牲一点，那个所有的那个不好的。 不好的气氛或是不好的障碍在工作这个地方的话，你把它当考验嘛，让你更强壮啊，你可以克服障碍啊，因为你长大了你会的。OK， 让父母照慢一下，骄傲一下，这样子。哦，好，谢谢。OK， 不客气，不然我管不了了啊。我以前呢有几个也是这样。<笑>嗯，你们很有钱吗？我是。 一般一般哈，还好了。如果你更有钱的话，哦，真的管不了。嗯，所以我们从小就训练小孩，不要给他太多那个，他什么要求都给的，懂不懂？啊，不好啊！我对狗也是这样，那些要咬的那些灵犬啊，狗很爱的，每个都爱，他吃整包也不够高兴的。 他一次吃完以后还要再来，好像没吃一样。不过我也不能通通给他，我知道他要通通了，不过不能给啊，就变习惯，然后吃那个不吃真正的狗的饭菜啊，对他身体不好。那些只能一天给一次或是两次，如果给两次的话就一半，听懂吗？给一次的话就通通一个给他，看他大小了。 那个给太多，对身体也不好，不是说没营养而已，懂不懂？那有成分在那边，不是给你当饭菜的。我最爱我的狗了，除了你们以外，我最爱我的狗。嗯、<笑>他们是第二，<笑>你们是当王，他也是当爸的，他们是当爸的，听懂吗？哎，所以那个。
我不能给他们，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我如果一次宠坏他这样子，等一下他跟助手我不在的时候，他一次跟助手要那些啊，不没有给他的就发脾气什么的，然后不吃他们那个煮出来的饭菜啊，对他们不好。唉，哦，以前在一个地方嘛，在别国家了，我不要讲那么多。有一位徒弟，他本来是出家的，后来又离我家了，然后外面又找男朋友了，这样没事没事。然后又不能回去圣团嘛，我听说我就说好，那再让他一个机会了，没问题，然后叫他过来。我在那个地方，因为不是自己地方啊，住一个小小的公务房，哎，那边很贵啊，住更大的话又更贵，我舍不得花那么多钱呢、啊。为了住暂时嘛，六个月，所以他就想来，别人说他想来，我就说好，给他一个机会。我房子小嘛，大家挤在一起，我也住那边一起，跟狗在一起，还有三个人。他因为父母很有钱了、啊，哦，真的很有钱，不是普通的有钱的，很有钱，很出名，在那个国家很出名，所以他家里有佣人，什么习惯呢、啊？然后过来我那边就刚来没有几天就开始指挥另外那两个助手了。我那两个助手已经很熟了，比他很这个很久了，跟我很久，而且又照顾狗很久，知道我交代他们怎么弄。结果他来，他马上就照顾一样了，通通都带走了。他们本来是一团要出去的，最少两三个加一起，不能留一个在房子里面单独。当然他哭啊，不习惯了、啊，那何必这样子就放他一个人在那里呢？而且有人呢、啊，三人一人带两只就六只了，我何必留他在那里啊？他就叫他们留那只在那里，哭了要死。我就出来问了为什么呢？他说啊，我叫他们带那些出去，留这只出来，等一下要带出去。我说何必？我们以前没有这样做啊，一起这样带，你为什么这样子那个招待人家呢？而且你刚来也没知道怎么照顾的。他说就是这样好啊。我说不好，你看他好吗？他在那边哭闹啊，你赶快带他出去，跟他们在一起，你在这里也没事干，你带他出去好了。那个狗就最善良的，不会有问题的，谁带他他就一起出去，他不带就在那边瞪着看我。我刚好洗手嘛，有没有洗肥皂，肥皂就是有那种塑胶瓶，有没有，那我们挤出来了，我刚好洗手了，我手都肥皂，我看狗哭了我受不了啊，我就不能排他，我肥皂的手就用那个塑胶瓶，我就带他出去，他就不带，在那边闹得很大声啊，好像我杀他一样，哦，我怕死了。我说没事啊，我就打自己看看，没痛啊，没痛。塑胶瓶嘛，那个肥皂塑胶瓶没什么，因为家里宠坏习惯了，懂不懂？就用人招待习惯了，我招待他不听，了解吗？我没做什么啊，啊，我不要留在这里，我要回家了。我说啊，真的吗？好，那就回家了，马上5分钟以内走。他认为我会拜托他，跟他父母一样啊，哪有？我如果需要人，我也不会拜托的，我不会继续拥护那种穷坏的那种系统啊。我那边当然需要人了、啊，狗多，我没有人了，我又跑来跑去，我算了，不用，我马上回去，赶快去打包了。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就不去打包。我说你说你要走吗？现在去 ，go。就是这样，穷坏到这样，了解吗？因为家里太有钱了，然后家里很有名嘛，有钱到很有名的，有钱又有名，所以不习惯了，了解吗？不习惯那种生活了，不习惯房子那么齐啊，家里就很豪华奢侈嘛，懂不懂？有自己车子什么的，有司机，我是自己要自己开的，我不用了，我有司机也可以，没有的话也可以。我有好的饭菜我也可以吃，没有的话我就吃芝麻粉跟那个焦米或是什么什么饭、啊、有什么就吃了。所以这个
宠坏的决定不要的 ，OK？ 小孩子生出来是要照顾好，不然他长大没人喜欢他，你反而害他，了解吗？他出去工作的话没有耐心，老板会讨厌，同伴是吗？同事，哎，公司的人呢、啊、就会讨厌。然后如果成家了哈，娶太太娶丈夫的话，也没办法合得来。你看看某某那个那些个性有没有？电影的那个明星有没有？他们多数都生活不好，了解吗？哎，跟人家都合不来，娶先生太太的，今天结明天离，没办法适应啊。所以有小孩不是疼他就好，也要教训他、教育他，给他长大当好人。嗯，不然万一你有什么事情，你过世了，或是你家财产啊都毁灭了，他怎么活呢？他会死的。他们来这边住家了，我就叫他们那个去谁开车，谁那个电线，要接线接电话。学语言，不同的，学要的话就学的，那是以前有老师来教嘛，当然不是每个人能讲英文流利的，不过我不是说没有教他们来教他们，懂不懂？就是有一些老了，学不成或是，没有那种语言的才华也是有啦，而且也不常学了以后不常常用着就会忘记了，也是有啦。不过也叫他们煮饭，男孩子也要煮饭。如果没有女孩子就会死了啊！多数的父母都不叫男孩子煮饭，都不叫他洗衣服，不叫他那个弄那个擦洗房子，照顾自己的四周围跟自己的那个卫生，听懂吗？这样不对了，应该学一样的。我们多数的家庭父母啊，妈妈都是叫女孩子怎么煮饭。怎么擦洗房子？男孩子叫他照顾弄就算了算了，他是男孩子嘛，不用做这种女孩子的工作。哪有男女什么女孩子的工作啊？房子是要干净，不管女住是男住的。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讲，有时候我是需要用男孩子，不过他们臭死了啊。我不是要讲你们的啦，我不是讲了，我意思说我的男孩子了 ，OK？ 哦，奇怪的，怎么会这样子啊？啊，有时候来了，我说你赶快先去洗澡再来，奇了，就是这样。然后有时候开车了，失忆了，刷牙忘记了，没有刷啊。然后我叫他去刷牙，他就刷，然后回来还是一样臭，我说为什么？他说没有牙膏。因为我叫他刷牙，我没有说要用牙膏刷。哦，真的故事，这个人还活生生的。哎呀呀 ，My God， 早上啊，一大早了，要这样闻吗？连自己，我们早上起来闻也是想闻自己的那个口的空气，何况别人呢？如果你跟一个很大的一部车了，坐，如果一个男孩子你还受的，两个人的话，你就会要念佛了啊。三个男孩子，四个女孩子，你就死了，你活不下去。他们自己很爱自己的味道，懂吗？舍不得离开，呀、yeah. ！所以有时候你们要照顾自己啊，男孩子、女孩子还是一样。OK， 有男朋友、女朋友以后，不是说交情以后就很安全了，哎，不管他，不是啦，就是还是要照顾自己，因为有时候那个夫妻的感情，或是男女朋友感情啊。破坏不是为了大事情，不是他嫉妒你，不是你不好看，
而不是他嫌弃你，就是你有时候味道太浓受不了。笑什么？我讲不对吗？对。哎呀，太好了。我可以变成怎么夫妻赚家呢？赚钱呢？要再一个工作给我啊？是大家是要照顾自己 ，OK？ 嗯，不过所以没有男女朋友跟我一样就好了，懂吗？就不用照顾自己那么多，吃药了。不过意思说不用那么急了，了解吗？哎呀 ，OK， 好，算了，不要再讲，知道了啊，嗯。不要认为为什么你男朋友那么坏，不管你有没有钱啊，然后认为我什么都有啊，我就好看啊，有钱啊，为什么男朋友一次跑掉啊？释迦牟尼佛也有交代了，那个和尚那些不能吃那些洋葱啊、大蒜啊，懂不懂？因为臭味太大了，护法会跑掉。他们认为是无形的护法会跑掉，有形的护法也会跑掉。连佛也会跑掉，懂吗？有时候我就直接想跑掉。这个地方蛮好了，因为我们没有盖房子，所以周围的空气流通很好。笑什么啊？是啊，以前都在 SMC 或是什么有盖房子的地方，我有时候真受不了，我就不好意思说，我有了，有抱怨一两次了。嗯。不过平常我就没讲了，不好意思嘛。啊 ，OK， 好了，现在开始问问题，再问了，都是你们两个害我，你看，你们两个儿子害我讲那么久，大家不高兴，高兴了，好，你说，师父好，你好，嗯，感谢你的无条件的爱心的慈悲，拯救地球，提升人类。嗯，不管是人类提升，连那个踢球的草模都提升了。你怎么知道了？感受得到，感受得到啊。OK， 分秒的感受师父的爱力，爱力跟我们时刻的在一起。我就是还有个人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的，那个腰的那个打错的，打的蛮深，说那个腰的像呆子板的，很难受。就这一个腰怎么样？就这像呆子板的。他的腰像呆子板的，好像呆子板一样。是撑不长，影响我打错。撑不长，那全部的撑不长。哦，二十多年打，实在很难受，我不能。以前呢？以前有吗？或是现在才有？以前没得。啊，什么时候才有？人信的有两三个月。原来没人信我是个出家的，没人信之前我也打错是个道教的，打错的打得蛮好。人信了三个月我就打错他们，他就后悔有一种力量向我一推。OK， 现在很难受啊。了解了，了解了。嗯、很难受，在那里又蛮紧，就这。了解，了解。我来几次，我想问了，我都没问妈妈，麻烦师傅，不好意思，我今天受不了的，我才问。不会了，嗯，不会。师傅慈悲。你回去打坐以前 ，OK？ 好。你以前打坐是做什么？呼吸是吗？不呼吸，没呼吸。那你怎么打什么坐啊？我瞧平时打车全部打的，没注意呼吸。不是现在了，以前呢，还没碰到师傅以前，你打什么坐？没睡觉打拳打错，也是个道具，打的手里都有的血，没手呼吸，还不跟他一样。你听不懂？他没睡觉以前，什么都不说，嗯，随便坐，随便坐，念经念咒。哦，这样才不对的。OK， 好了，你以前打坐不对嘛，打错了啊。然后那些比较低级的神呐、啊，他就也有帮助你，不是没有，懂吗？当然打坐什么都会有那些不同的神啊，不同等级帮助啊。你现在要上去的话，他就想办法控制了，他想，不想失去你嘛啊。你打坐以前呢、啊，你说你现在跟静海无上师学习了。啊，谢谢他们以前帮忙拥护保护，不过现在你就大概毕业了，就想上去了啊，就请他们别挡了 ，OK？ 然后你念师父名字 ，OK？ 叫他们离开，好 ，OK？ 马上会有效，好。所以打坐不是随便这样打了，啊。嗯，有几个人是不同的问题 ，OK？ 知道，知道，嗯，知道。你
就这样做就 OK 了哈。师傅好，你好，我认识18年了，我记得要谢谢他们 OK， 不是骂他们什么，我就感恩他们，因为诚心感恩的。 我原先的时候还有听见声音的，还是好像的鼻声，鼻音像个什么？鼻子声好像的鸟声，没有看见观了，声音比较好。那到08年的时候，我打坐体验很多嘛，到那时候声音还蛮有。 声音没有啊，没有，有时候没有，声音的没有的时候呢，这个头啊，做光源都很好，但是你这样上去下去，差不多是三四公分呐、啊，很痛啊，一直很痛很痛，光源的做好的很痛，做工作的很难做，奇怪，怎么会这样？ 那时候的差不多一个月晚上呢睡不着，白天啊没有睡觉，晚上没有睡觉，那倒下去。现在呢？现在好一点了吗？现在差不多来这天来这几天呢，师傅给我还有一点点的声音，我很怕，我经常看教理呢，看到教理的里面的时候，师傅说。 没关不要紧，没声音很不行。我到现在很怕，啊，来这边的几天呢，都是一点一点呢。声音都在这边，上面。就对了，对了。都在这边没有上面。对了，是对，是对。我问我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是来应信了。我问他，他都是你上面，我很怕。 怕没有声音，怕没有声音，来到这里几天都一点点，像以前那边，像以前一点点的声音呢。啊，但是没声音了，这光阴有时候很舒服呢，没声音。很几年没声音啊。是什么声音呢？你听到什么在里面？大概不同的声音吧。 现在大概的不同的声音，这几天的听的嗡嗡嗡嗡嗡啊，这样就算不是声音吧，哈，就是吵闹的是吗？这几天的有的，来见个。那就好了，就何必问呢？多做嘛 ，OK， 多专心好不好？好。打坐以前就关于以前要念五句20分钟哦。啊，看到光啊，都是黑黑呢。 都是黑黑，不过有没有动摇？黑黑的那一点点的黑黑呀，黑黑的蓝黑，黑黑。它有没有动摇了？那个黑有啊，有啊，有啊。继续走，继续走。好好。要打破那个就上了啊。以前我打我的儿子，儿子经常的去出去呢抓乌龟吧，抓乌龟，人家呢。 来问我，我打他，四个月没有声音，然后才有。那到08年全部没有的，但是做观音很好，没有声音。<笑>好，那继续做吧 ，OK。 好好，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加持。不要再打小孩了，打的话连那个一点点也没有的 ，OK 哈，不要打，跟他讲就好了，讲道理，OK。 谁呢？这里啊，你说。你好。你好。就是我家里兄弟有5个吧。然后呢，我一个兄弟，这开的呢，来厦门呢，开了那个四分的场馆嘛。我一直跟他说，我弟媳妇说，还有怎么方法来给他挡住，才能不用杀生呢？ 就是众生都这样，你挡不了了，慢慢来 ，OK，
现在已经很多人是输了啊。但也没有切用什么的钱，为什么还要这样做？我只你别问我，有时候到我家的时候，我请他吃素，嗯，他也不同意。我其他两个兄弟妹妹都还可以，他出的汤，我用什么方法？我你就不理他嘛？我有拿书给他看，有拿给我弟媳妇看吧。我这个椅坐的非常非常的，我知道，知道。有一些人不听，我管他了 ，OK， 不理他。你看释迦牟尼佛嘛，有没有？他有一个表弟，有没有？一天到晚想害他，他已经成佛以后，还是一天到晚跟着他要害他，害不这个不行，要那个，听懂不懂？嗯，还有一些神通的人，修神通的人也想害佛啊，有没有？嗯，然后耶稣基督他没有做什么坏的，他叫人做好的，还是被人家钉死的。哦，我们算什么？我会不会因为血缘关系？啊，我要怪自己了。嗯，我要怪自己。好好，每个人不一样，不能为了他坏，你就怪自己，又不对了，不对，不能怪自己。OK， 谢谢。不要怪，不可能怪自己的。OK， 来，嗯，他时间还没到嘛，你强迫干什么？要痛心了。OK， 不理他。不是生出来的，是我们的儿子的。有时候他借我们身体出来而已，他不一定跟我们有什么好的姻缘。OK， 师父你好，说，我问你一下，因为我当时看书，就是那个教理上有说，境界如果看了会我执，所以呢，当时印心的过后，我就很怕那个看到光了，看到什么东西，然后呢？从那开始就这个光就没有看到，哦，谢谢。你叫我怎么办？但我一直求那个人，求什么啦？人家叫你，就是，来叫你，为了要开光，你就不想看。哎呀，你叫我做什么？哎呀，光才不要怕，黑才怕，怎么怕光呢？我们连人性那个物质身体也要光才能看到东西，才能做事情，然后就怕光，那我就没办法，我也怕你了啊，嗯，怕到连光也跑掉了，不要再怕了 ，OK， 做的放松，好啊，放松，没有光我们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光啊，印就是我们自己本人的本性的 ，OK。好，我们越看到它，就是看到自己的本性，好，就知道自己是从光而来，好，从那个天因而造成，了解吗？我们那个灵魂会安静了，会知道自己的啊。如果怕的话，你这个世界你不怕，你怕佛光啊？哎呦，真的是不可思议。就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啊？多看教理哈。就是我好几年都想那个来到台湾，都想问那个菩萨，可是我的心都一直缠着，不敢问。嗯，不敢问。当然了，你什么都怕。嗯，对。师父你也怕，菩萨那边你也怕，观你也怕，那你来这边干什么？我也问自己。好了好了，呀。该怕都不怕，应该怕自己业障啊。我们这边很善良，我们笑嘻嘻而已，没做什么坏，有吗？哎呀，嗯，那些和尚没做什么，对你没做什么，怎么怕呢？我也没做什么，嗯，我没时间做什么，就忙死了。来，还有，哎，这里，你多读书 ，OK。多看师父教理，如果不想看就看那个，等一等，你要看那些像西藏的那个叫巴朵，那个乌青啊，那个给那个死亡的人啊，他们经里面就告诉那个灵魂，那个死亡的灵魂，你看到很亮的光，你不要怕，你一直跟着到那个亮最亮的光了，即使你觉得不舒服，你也跟着那些。很舒服的那个安安的那个，很那个，怎么？
比较不很亮的光，看起来很舒服。如果你不要跟着他们，因为是比较低等级嘛，嗯。就是我有时候趴的时候，就是后面会冷。当然啦、啊，怎么怕光？当然磨回来啊，嗯、啊，是吗？来，师傅好，哎，我见到你确实不简单，是吧？我们来从那里。来到这里确实非常的困难啊。现在我有一个问题呢想对你说。你说啊。那就是我进这个学已经进19年了啊。修行上呢确实进步是不大。没有进步。是为什么呢？就我原来在那个小庙里出过家。在那个小庙里出过家、啊、谢谢你出过家、嗯、出过家、哎、到那里呢也搞了6年搞6年、嗯、6年出家、嗯、6年在以后呢听到你看到你这个书也看的不多可能就我觉得感觉到你是无极什么我觉得非常就找到你就非常高兴一本书都没看完、嗯、有缘吗就隐形就可以过滤隐形过去的隐形一共只10天就隐形了、嗯、还有些教你都不懂、嗯、因为我是一个人在那个庙里、嗯、到那里、就隐形以后你还是有感应了解有感应了那个一个多月以后我都是非常的感应都非常好、嗯、感应呢我就非常喜欢你爱你但是呢以后我这个那时候是50岁啊50岁呢就那个疑似额就非常额、嗯、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小庙的那个师傅他说你学的什么功啊、嗯、我说那是个大师傅那是个师傅无尽老门就是你要走的无尽老门、嗯、我经常说他说不会吧我说那是的他就那个男人他趁我不注意手他就把我加持了2刀、啊、就把我诓到了我就说那没有什么进步这多年、嗯、我想见你确实是不简单、嗯、我想把这些话呢就跟你说、嗯、这样说呢就是到现在音都有、嗯、那就好像是那个中式的音感应声音比较小就是光啊一点没有、啊、光没有、啊、声音有、就是开一点光了、嗯、你越看也没得偶尔有一点点是吗越看也没有你越看到越看也没有那前面是什么东西呢前面什么都是和的就是黑黑的，我就是黑黑的，就是。那谢谢你的那个，就是这个那个和尚呢？哪一个是和尚吗？他也是和尚吗？我原来就是出过家。啊，不是，那个他是和尚，他现在一生你都没结婚，到现在也70岁了。加持你那个人是谁？啊、那个师傅和尚，师傅，他喜欢皱纹、皱表，他喜欢害人，他那个喜欢告状，告那对你告状，告阴状，告阴状，控告别人，皱纹、皱表，告阴状，他就对我特别反对。啊、他说我有，皱纹、皱表，他就害人。那不是和尚人呢？他是和尚，他从小一直到现在都是单身修行，他是还是单身什么？单身修行人，单身修行，他还是在普度众生，当教人修行。别看他了，我就是没进步。和尚怎么会消除符咒诅咒别人呢？我们不要人家超过他。哎呦，那这样不对的。他就是这不对。难怪嘛。我就是、哎。那你要我做什么？我就说我没有进步，看怎么这师傅像可不可以这些怎么让我能够进步？他跟我打你两下。了解了解。嗯，就是这样。难怪嘛，就是我没有进步，就是这样。Okay, 难怪嘛啊、哦，妈妈妹妹都没问题，就他有问题而已。那不要去那个寺庙，不给他打两下了。就是这个。啊，了解了解。好了，算了，算你不好运啊。如果有疫情，你就再参加好不好？嗯，我不想赶不赶到这种时候，我们20号就要走啊。就是怕要真的赶不赶到。啊，20号就要走啊。OK， 你就看什么时间疫情，你就赶过来吧。啊，不然的话，家庭一次合起来帮他念五七，你跟那个。那边的那个魔什么了，跟他说要离开哦 ，OK，、啊、不然我会打他。
我啦，会打他。还有我是叫他离开。啊，会好了 ，OK。啊，如果那个黑的还动来动去，还好了，就不动了。啊，哎呀，以前有，现在突然就没有，哎呀，可惜。就是这样嘛，我跟你讲坦白 ，OK。佛没有教人烧什么咒语，怎么念咒语，或是那个，哎，就高上天这样子。佛没有教讲，我看所有佛经典没有讲一句这样的，懂不懂？佛家是和平的人的，嗯，人家害你，你也不会反手的。是啊，你这样子，你还在那个寺庙吗？啊，不在了就还好了，那就不要管他了 ，OK？ 你跟哪一个人障碍你里面，你说赶快离开。有声音还好了 ，OK？ 要多专心一点，啊，有时候老了比较难专心了啊。跟大家一起，家人一起打坐 ，OK？ 就帮助他好吗？哎呀，哎呀，我没有问题，因为找问题给我，你看了没有？哎呀，我们。我照得很好的，结果就去外面找麻烦了，也不是你一个人而已啊，有一些也是这样子。说，我当然不能去大陆弘法啦，目前还不行嘛，就去那边也不能讲什么嘛，所以不能去。然后有一些就自愿说啊，师父不来，我自己当师父就行了。然后就摸来摸来摸去，人家都光都黑掉了。我跟你讲，有一些人是这样啊，懂不懂？不懂真的修行是什么？连和尚是这样是。不能接受的一种和尚啊，如果佛在世的时候就会开除他的，不然会修理他的，没有任何和尚这样做的，听懂不懂？那个是属于那个黑神通那些人啊，巫师那些的才诅咒人是吗？哪里的佛教和尚没有人这样做？你有没有看到和尚就一天到晚念咒诅咒别人？没有啊，他们早上弄早课，晚上弄晚课。告状啊？对啊，告状就不是和尚的事情。和尚，佛教和尚不会告任何人的。从来我没有听到任何佛教和尚就是告状，告天堂，告别人，或是告外面的人。就是修行不好，修坏了。他不是佛教的和尚，最好不要讲出来，啊，破坏佛教和尚的名誉了。小的寺庙，不管小大一样啊，佛教和尚从来没有人这样做的。你们有没有听过啊？这佛教和尚那个烧什么符咒的，告状告天堂告别人，有没有？没有啊，就度人家爱人。原谅人而已，从来没有这样子。佛家不会 ，OK？ 佛家最讨厌、最禁止就是神通，我是那种助语，佛就禁止的。从他开始到他往生以后，总不会允许人这样做的。这是悟道了，嗯，不对的，不对的，啊、嗯，对的，啊、嗯，修不对的，没有明示指导。懂吗？经典也没有读得好啊，经典读也没有了解，自己用那个和尚的身份伤害别人，不对。OK， 你如果碰到他说，我说他不对的，然后他改善了啊，不然的话不要说他是佛教的和尚，都破坏佛教的团体。有一些人是这样啊，我以前有一个助手啊，我跟你讲，他那边太不好了，连开灯也开不出来，他一摸到灯就黑了。我叫他开灯，他开不出来，还是我老人家就跑出来开。他说：“师傅，灯坏掉。”我说：“哪里坏？你坏哪里灯坏？”
我自己来才能够开灯的，听懂不懂？碰到什么就坏什么，那边修不好。我不是说那个人是唯一的这样，不过和尚，佛教和尚不管是最坏的和尚也不会这样做的。关了手给他，印走可以，你不要把我的手给带走。是是，哎呀，所以印心的时候告诉你们不要给人家摸头嘛，有没有？能免就免 ，OK。如果他摸的时候就念五句保护自己 ，OK 啊？啊，对，没办法，因为你在那边你跑不掉。啊，我也不能帮助什么了 ，OK， 对不起了啊，慢慢来，他会化解。Yes， 远很远那两位，一位红色，一位是。咖啡色。师傅好。说。那个。等一下你就拿着哈。那个，其实大陆同学都有个心愿，就希望我们团体能够在大陆能够合法，所以我们有一些想法，想听听师傅的意见。啊，你们去申请吧，如果政府 OK， 我就 OK 了，我不能管你们政府。对对对，我们其实就是想问，是因为现在政府也慢慢越来越开明。啊，那去申请吧。对，我们能就是能不能够，比如说我们几个人申请让政府看看能不能合法，比如说 OK 啊，可以哈，再看看呢。好，谢谢师傅。谢谢谢谢。客气，再看看嘛啊。你好。10月4号那一天，我们那个演出一个小合唱，那个时间挺急的。就是没有来得及排练，才排练了有几次吧，就完事儿呢。那天上午以为还想要过滤呢，回我们就直接就演出了。演出了呢，回盯到下午晚上的时候，我打坐的时候，我看到了，化身师傅，原来是化身师傅在台上给我们那个指挥。让我们唱，很顺利的唱下了。谢谢了。这首《跟随您到永远》这一个小合唱。OK， 谢谢，谢谢让我工作，蛮荣幸跟你们一起唱歌，都是这样嘛，如果做不好也怪师傅，做好了谢谢师傅，我没做什么，不怪师傅，不怪啊。OK， 好，谢谢师傅。啊，不客气，啊，后面那位男孩子，师傅好，我想问两个关于那个小同修的问题。就是，我的宝宝呢是在3号的时候跟师傅念的半心。然后呢，就是我觉得他的体验呢比我好。然后我很担心。不用担心，丢脸而已啦。就是我是担心我会是不是会这个影响他提升。影响他不会了啊，不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小同修他如果每天超过半小时的话，会不会有什么问题？不会了，不会。OK。然后像我们成年，像我们大人都是有全心，但是有5句可以考里边的境界。如果说他看到境界的话，他怎么去选择？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式？没关系了，那有师父嘛？有师父保护他。OK。比方说有一次，就是他在没印心之前，他就看到我在打坐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水晶球在我的手上跳来跳去。当时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水晶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念五句的时候他不走。最后他还是在我手上跳来跳去。他水晶球对他说，他是原因是因为他站不稳。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不能确定他是好的还是坏的。不会坏的，不会。不会坏的是吧？ OK， yeah。最后我把他赶走了，因为没关系吧，你们都是这样啊。怕魔不怕就怕佛。因为他带了很多跟他一样的这个，就是有水晶光亮的这个众生过来。因为我当时不能确定，因为小孩子想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去考。啊，练武器嘛，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他上学的问题，因为宝宝现在是6岁半嘛。如果按照正常的教育的话，会在7周岁的时候上小学1年级，而我现在没有这个计划，想让他上传统学校，因为现在他自己是在跟着这个教学软件学那种汉字，自己现在能够认识，就是日常的汉字能认识一半。所以我不想，就是我可能希望师父关于这方面有一些开示。你要做什么？
替你上学。如果说他不上传统学校的话，他自己在家学得很好，是不是可以选择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你要上你就上嘛，啊，谁要上谁就上。如果情况可以的话，上学没有问题啊。为什么不能上微药呢？因为他现在自己学的，他觉得学的也挺好，也挺快的。如果说按照他现在的进度的话，他可能会在一年到两年之内学完小学所有的这个汉字。他为什么不要上学校？就自己在家学。自己在家里。对，他现在在家里自学学得很好，能不能再继续学下去，还是到学校去住？要在家学，不是要去外面公开学？对，还是要去外面比较好了。专业的老师啊，你在家里一个人学可以吗？然后可以考试吗？他是这样的，就是我在网上下载了就是一些教学软件，他跟着这个教学软件学呢，就学得很快。啊，好 ，OK。啊，如果他父母 OK， 然后能够考试 OK 就好了。他自己也很喜欢这个方式，因为现在是我一个人带他，所以家里边肯定是没有问题。OK， 那你为什么要问我？我想请师父确认一下，这个概念正不正确？有一些人在家里学很多样东西啊，是。主要就是如果你要考试，要有一个证明书的话，是能够考试就 OK 了，懂吗？是。如果在家里学，如果然后还可以考试，还能拿到一个证明书，说 OK， 不然会浪费时间啊。然后就去外面不能证明你是什么人啊。是，听懂吗？是，哎，是。所以在家里 OK， 主要就是要你要什么啦。如果你只要那个知道学问啊，有一点学问而已，就不用需要一个毕业什么证据啊的话，那学哪里都 OK 啊，在家也可以，去上学也可以。如果你想要毕业的，不是他想要毕业的，然后有一个证明书的，为了要去找工作啊，或是要继续考试，继续要更高的话，就看你能不能就对了 ，OK 哈。好的，谢谢师父。有一些人喜欢在家里学，是还也有效的。有一些父母不想让小孩出去学校外面，怕学坏啊，怕被污染啊，都有了。然后他在家里教自己的小孩，不然的话找老师来教的也有了。OK， 看你们要什么，对你们利益就好。那 next one， 后面。好，怎么两个人都在那里？我想请问一下师父，就是前段时间中国大陆政府他一直有派人跟我们同修接触，然后想让观音法门在中国合法，然后其中有一个政府官员直接跟我们同修说，只要我们继续申请的话，我们就可以合法。后来政府想知道我们团体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因为在中国大陆所有社团要合法的话，他必须要拥护支持中国共产党。那当时他是有请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份报告，那我想请问一下师父，就是说我们团体在中国大陆对中国共产党应该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者立场？表达什么呢？他们是你们的政府，是应该拥护，是对啊。对，当然我们中国大陆的同修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就是说他们想知道世界会包括师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没什么态度，我是修行人而已，我没有反对你们的政府啊。他们有做好的，我也有赞叹啊，了解吗？哎呀，我没有反对任何。那你们政府做得好啊，有帮助很多国家嘛，有没有？我觉得他们很好，共产不共产那是名称而已啦。OK， 就是你们自己国家嘛，是当然要尊重你们的国家的法律，要尊重你们的政府，不要做任何的对抗就对了。
那当然，你们的政府你们要尊重啊，要一起合作，懂不懂？修行是另外，社会是另外 ，OK？ 呀、yeah. ，不管共产或是自由什么，有时候都是名称而已，啊，不一定共产是不好，不一定那个民主是好，就看政府了 ，OK？ 看政府开不开放，开不开朗。我觉得你们政府很好，不然你们怎么能来这里啊？啊。不管怎么样，还是能来啊，是吗？已经很好了，啊，你们有温饱啊，你们有够衣服穿啊，有工作做，有饭吃，了解吗？啊，这表示说很好的政府啊，有什么地方不好呢？了解吗？哎，自由啊，你看那在哪个国家都可以去，嗯嗯，然后饭菜都可以吃，衣服就温饱的。我们要觉得政府有什么不好，啊？哎呀，政府好，政府好，我已经讲很多好东西，大陆的政府你们都没看，啊，啊，要规矩嘛，懂吗？对。师傅一直在赞叹大陆。是有啊，我做好的我就赞叹，不管哪一个政府，了解吗？大陆也好，小陆也好，做好我就赞叹了，啊。做不好，我有时候也会批评。对，好几天以前，因为他们都报告说，总统啊，你们的总统啊，他叫你们说我们是信仰的一个国家嘛，有没有？哎，有信仰的国家啊，就有信仰佛教啊，很好很好啊。那然后他们也推广那个素食了，他们又跟那个犹太的很多。好几个公司啊，要弄素食给大家吃的，要，猪产那些素食的，看起来是肉一样，不过是在那个试验房那边弄的，懂不懂？不是用杀生出来拿。那这样子好的政府，你们还要什么政府吗 ？OK， 嗯，哎，你看。那么有钱能来看师傅，两三天也可以来的，懂不懂？就比如说很自由啊，什么时候偷偷？他不难道不知道你走哪里吗？怎么偷不偷？你认为你偷偷而已，政府什么都知道啊？哎，乱讲。他们现在电脑什么都进步，你走哪个角落，他就可以把挖出来的，没什么偷偷的。这个时代有什么偷偷呢？哈。对呀、啊，他故意不管呗，是真的，不是故意不管，他们觉得不用管了、啊，听懂吗、啊？你们不要这样子那种概念了、啊，啊，你越有那种怕政府越觉得你们怪怪，嗯、因为政府觉得我们没有什么让你们可怕、啊，你们为什么透透怕怕那个样子，鬼鬼祟祟的，哎呀，人家放你出来，到处都可以去玩，懂吗？是。国家都很和平，很少有什么那个战乱的问题，有没有？很少，跟国外都关系很好。当然有一些不好，不过没有一样是在这个世界这百分的。你们国家很和平，没跟谁打仗，有没有？国家很大，又没什么打仗，多数人都温饱的，这样就够用了啦。别吵了。忠君爱国是对的、啊，不用问了啦，不用什么共产不共产，国家和平，啊，生活温饱，太好了 ，OK， 自由可以
出国玩，懂吗？当然是要有条件了，政府怕你出去做什么坏事，所以要看一下，而且也不是大陆政府问题而已，那个国外的那个大使馆啊，有所不让啊，还有那个关系啦，比方说大陆跟某些政府签什么合约的，你们能过去三个月而已，然后他们国家的人也可以过去大陆三个月而已，还有什么条件才能过去，这是政治的事情，不是你们的政府能够什么都管得了的，了解吗？是全世界的关系啊，嗯，所以你不要怪来怪去乱讲了，要多学习一点呢，多看呢，看你们政府做一些什么，很多活动啊，很多帮助自己国家、帮助别人呢、啊，不要自己就这样子关在一个这个笼子在里面，然后乱想 ，OK？ 听懂没有？听懂。嗯 ，OK， 好。就是想肯定 ，OK， 不要一个听一个，然后移动出来不好了，变成不好东西。国家弄不和平就不好了，国家和平才好 ，OK？ 不管什么政府，国家和平就好了。啊，你们有够饭吃，有够衣服穿，就不要再管别的事情了。当政府没那么容易啊，是吗？不是全部人都拥护你啊。他有他自己的意见呢，不拥护你，自己家人一个小孩子也管不了。对不起，I'm not picking on you， 我给一个榜样嘛。你看你自己有两三个小孩，自己精神生出来的，一两个月管他管不了啊。政府管那么多人，大陆这么大，能够这样和平就好了，还是要有一点规矩嘛。不然大家都乱掉，每个人胡思乱想乱弄的话，就变成革命，然后变战乱，然后生灵涂炭了，知道啊 ？OK， 我们修行人最好和平，不管他。嗯。哪一个 ？Any of you tired or want to go sleep? Go ahead, because I talk a long time. They make me talk long time. 说啊，比努克里哈乌斯蒂克坦多松斯克西嘛？啊？努克里哈乌斯蒂克坦多松斯克西。中文吗？Mongolian? Okay. Is there anybody who can translate for me, please? 你讲 You speak and somebody will translate. Yes, sir. 그때 비 사동스 땜들었다. 한국말로 좀 할 수 있으면 한국말로 할까? 师姐是住在韩国的，她想要转告自己先生的词语。嗯嗯，你可能是放松。我的先生是韩国人。嗯嗯，这个放松那个味道在白话上，这个听那个听那个词很不错，蛮舒服的，不那个意思。所以他的先生是在韩国建立了一个工厂，然后就是这个是师傅给他们一个 prayer， 这样的话他们的工厂会工作得很好。嗯，他先生这样说。然后他要给我什么东西 ？Catalog of their company， 来。Catalog 그쪽아아자아직까지못해대기모도니는게너니흐무스된바가일때이흐무스인비인데너니허르고버치인게시너유야딱这个是环保的，没有那个化学。대빈젠이힘인데팀아프라바가신希望让给康师傅。대들니가너서동스등게너그거밭로삭슨친게뭐다대밭로삭슨친되게밭락듯이탁구하건별아但他就是他的先生想要在韩国的政府让通过拿到批准，但是那个是还没拿到那个许可证批准的。嗯，然后要我做什么？要我批准？那个的，나따라또유일특심배나따라추출삭화삭심모게哦，不是韩国政府呢。这个呢，百姓们爱吃的这个，你活动不停的，就蛮那红，蛮那红嘛，蛮是给推的，就是他那个爱吃的这个。啊哈，所以是师姐，师姐的师兄他们很相信，如果这个先介绍给师傅，会那个他们的批准会赶快会通过，所以想要给你介绍。我能共事你们政府啊？
太好了。如果能够有那种神通，我早就做了哈。자오늘이제출출납찾도록하겠습니다这个做什么？就是放在车子，为了环保哈。对，以前摆个老师的，对，做啥个子的？有得奖了是吗？为什么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看不懂了，我还问呢。对呗。对，那个马新林个的，那个用的，好多那点太有的，这个点好多那点，啥人种个打的，这些本身的肯定，这个红木的，这个那个好多那个亚多罗斯的，有的打的叫摆个，这个巴斯克那个亚多罗斯的巴斯克的王国。那个他们生产的东西就是在汽车里面用的，然后就是节油。节省油、环保，还有就是那个省油吗？态度啊，对，环保的。下增加的是什么？下增加的一个啥东西？下增加的是这个是他的产品是吗？是。啊，谢谢他们了。자바이라탐훈我要付钱多少了？비어더몽툴자위기히디라호에别笑了，我没钱在这里。우드르티기本来多少钱呢？이니이니긴히디르자르자간베긴아어떠한돈으로팀이듣고저거인가우드르티팀이히기다혹시멘다目前还没有提出报价，因为就是还没通过那个批准的。那我不能这样拿呢，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呢。谢谢了，我回去看看。자비니시힐을주지야긴누구리가웃을때긴그비주식시자바이라아他已经转让好了他先生说的事情了，谢谢师傅。OK， 他先生也要给我这个吗？다나는혹시나도띠니고그래그심오아띠고고야하면띠니빌길자가없고아하시다이거타신선스타신선시원송게시후다아시시때부터띠나시시不过我要付钱啊，平常多少？有人有钱吗？不是了，我自己人了。多少钱？平常多少？1000块哈。这个是我的，从哪里拿的啊？哎，这个不够了啦，这不够，1000块哈，是谁的？还不够了，这个一定是比较贵。先生吗？比较贵是吗？是啊，我要付钱给他。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就是我要付钱再说了。在那个牙齿里，体力的贵，他让你早点那么点了啊。啊，有里面也有一个说明书。啊说明书 OK， 不过要付钱才能拿 OK。哪一个问我借一下钱，等一下还给？不是你台湾的那个联络人员什么的，不然我没办法还给。这个也不够了，这够3000块够吗？我不知道，不知道多少钱了。再来了，你知道谁的名字吗？啊 ，OK， 应该多少钱？我那早说过，我那把事带走了，可是你什么？ She has to know, otherwise I cannot take it. He does not mean. You have to tell me, otherwise I cannot take it. He didn't do what he get. He got just be you. He did what he did. Be what he did. 我也不知道，师傅。那你就拿回去了。啊，对我找到不咋个打我电话你们知道很清楚，我不拿礼物了 ，OK？ 如果要我试看看，我要付钱。这个你不给的，你给拿。啊，好，谢谢，就拿只有一个您给的那个，只有1000块就好了。什么听不懂？啊，1000块不够了啊！这个是用陶瓷弄的哈。那个用陶瓷弄的，下增加的是做点什么？下增加的也不是很贵的东西了。那个质量是不贵，不过这个发明的那个价钱呢？那提升添做点，是的，师傅不贵。等一下再问问看多少钱。在黑的，
啊，一千块一定不够，一千块不够，我给你那个。四千块好了。我是有钱的，等一下还给记得哈，进来，你们要照顾好 ，OK？ 要跟那个会计拿钱 ，OK？ 他们这边呢做生意都有的，我生意的 ，OK？ 拜托，我拿多少块啊？四块，四千块 ，OK？ 四千块就好了，师傅，谢谢。No. 一千不够，四千块 ，OK 哈？那苦苦的都没个够要啊，真的，是。啊，都写了，我去看看。我问那些 mechanics 啊，就汽车的那些专业的，不知道怎么用。OK， 我去看看。如果能省油哈，如果真的能省油能环保的话，当然我很高兴了。天把这种天山就学得给去。OK， 行了。啊，巴拉，巴拉拉。啊，还有什么人要卖什么东西？过来，OK 了，没事了哈。It's good. You can speak Korean. Yeah, you should speak in Korean, no?Just now she spoke Hungarian, I mean Mongolian, Korean. Just now? Mongolian. Yeah, you should speak Korean. Yeah, should speak Korean. We have Korean translator, it's better. Okay, never mind, it's good. Okay, I'm not buying anymore, okay? This Today I was also given this one. Supposed to be good for water, you know, it's okay.It's, you know, some small gift I can take. It's from some government people, okay. But I also return something, okay? Of course, I don't give him money because it might be bribery. It's a trouble. So I give something else. I went outside to buy some vegetables and give to him. Vegetables, fruit, cakes, stuff, you know, outside. Because I was, no, it's all for you. All for you.It might cost more, but that's good enough for now, okay? Because I don't know the value yet. I only pay you the capital, you know, the material cost. If it's valuable, you could sell more, of course, huh? Yeah. But I don't know. I have to try, okay? Good? No, it's okay. No, it's okay. It's good. Take it. It's not much. Taiwan needs money. It's not much.4,000, how much is that in US dollar? 30? Huh? 150? 150. It's okay. You don't argue with me, otherwise you take it back. Okay, I don't have time arguing. Oh, not only I have to buy it, now I have to argue with her. Any other question? No more selling? Yes. I know you don't want to take money, but I have to pay, okay? Đêm qua ta mơ chăn gối hiền hòa trầm thoáng hương đưa ngày đó mặn mà我打坐的时候，看光的时候，一开始就是黑的，然后慢慢都好像天亮了。到一个点都是亮的，但是这个亮我受不了，这个亮非常非常。太亮是不是？对，太亮，而且很强烈。知道了。这个让我受不了。受不了你就停一下，练武器哈，休息一下 ，OK？ 我们身体那个气爆啊。还有脑袋啊，是好久没有用了 ，OK， 他受不了那种灵气啊 ，OK， 所以你休息一下就好了 ，OK， 看起来还好啊，好好的、啊，没病没有死啊。你们奇怪啊，业障不怕就怕光哎、欸。
好几个讲过了，有没有？那何必来呢？我这个叫什么？这个方法就是那边的光，那边的音，有没有？知道很清楚，怕就不要来了，嗯，麻烦人家。光啊，音就是我们的本心的啦 ，OK， 见心呢、啊，这样你见心，看到越亮越好啊。嗯，但是自己要求一直对着那个光，但是好像自己头脑烧掉那种感觉。有效了吗？哦，冒烟起来了啊！哎呀。你这个头脑这么快就消了，那看有没有冒烟？哎呀，真正的黑黑黑那个有没有？那是头发的，我没看到什么烟。怕你就停一下嘛 ，OK？ 那慢慢来，这个身体要训练。其实我们修行是内边的，不过这个身体也要训练，不然他受不了。真的是这样，师父讲过了嘛。最近嘛，这几年，这三四五年以来嘛，懂不懂？我一次提高嘛，有时候自己也受不了啊，跳出去了，自己会跳，自动跳的，太强烈了，懂不懂？没办法做得下去，那没关系，你休息吧 ，OK？ 谢谢师父，休息，喝一杯茶什么，吃一个饼干，再来，谁怕谁？Okay. 还有一个问题，师父。哎，说。我从小如果做梦，再过一段时间会发生。嗯，你有预言感。嗯，预言了，以前了，看到还没有发生就看到了，预言是不是？啊，预感。预感呢 ？OK，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从小做梦地震，就在一段时间地震。嗯。后来。我还没结婚之前，就做梦结婚，后来结婚，真的结婚。这个不要做梦了，自己会成的，是吗？你看他们都是没有做任何结婚的梦，他们也觉得很清楚。后来那个我的太太怀孕了。嗯，这个也有做梦看过是吗？不是，有一位老太太。在我梦里有一位老太太说这个孩子会死的，真的死的。哦，了解。嗯，这个我 I'm sorry， 我就非常非常害怕。对不起，还很年轻呢，会有了，还会再有。 OK， 不怕。 I'm so sorry， 我真的害怕。为什么怕？这个梦啊，这个哪一个梦？那个小孩的梦是吗？不是，我这个预感的我感到害怕的。不用了，不用怕 ，OK， 不用怕。哎，对不起，小孩子啊，我还很年轻嘛，你还年轻，还会再生的啊。不，这个不要怕，他命是这样而已嘛 ，OK 呀，他命是这样而已。有一些我们见他一点嘛，他只能回来呀，几天或是几个小时，就是几年呢？拿到他那个我们见他的东西，他就走了，了解吗？哎，就不用太伤心了 ，OK？ 但是有没有办法去掉这个预感？不用了，不用。你多修行，就不要对他很骄傲，或是不要靠他，就没事了 ，OK？ 嗯 ，OK。这种就是以前你有一点神通嘛。嗯，生出来就会有，会带来的。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带来他自己前世的修行的过程，有一些能，哎，所以你看，像释迦牟尼佛有很多徒弟嘛，有没有？有时候，有一些就有神通了，不是佛教他，像目前连他自己会有神通嘛，因为他就是这样啊，前世有啊，不是他那种。喝迷魂药不多了，所以还记得，是像你那个样子，大概还没喝太多了，大概那辈子快没了嘛，然后就给他了，我都这两滴而已，啊，那个管的人没看了，认为还有很多，他也没有讲，师父了，因为回来的世界就借别人的身体嘛，没有喝那个迷魂药，所以才。很多事情才能够知道，不然的话，多数的民是不知道任何的，连预感也没有。
因为跟人家一样的话就不知道了，灵魂会知道，别人会知道，他徒弟都会知道，他自己不会知道。所以不是 每一位，其实名字也不是每一位都知道跟佛一样那样。 OK 哈、yeah. 我也 很对不起你了、啊、既然我们知道是有时候是冤家或是债主了，不过还是我们的小孩，我们分不出来谁是谁了，还是很疼他了。所以他死亡当然很痛苦，我知道我狗死亡的时候我非常痛苦，何况自己小孩子自己亲生出来，懂吗？而且只有第一个或是唯一的一个就更痛苦。I am sorry， 对不起。好，那个你慢慢修行也许会有更高的那预感了。 OK， 更高的预感的话就不会做梦才知道的，而且会更肯定的。不过也好，你有预感也好，因为有时候如果快碰到什么坏人或是灾难的话，人家先告诉你，你要防备心也好啊，师父也会有预感了。我也不理他了。好好我就 OK， 不好我就也 OK 了。下一个，哎，大陆没问了，越南人要问吗？我是 Westerners want to ask here. Hi Master. Hi. May I speak question in English, Master? Sure, sure. I'm happy. Thank you, Master. I speak better English than many Chinese dialects. Yeah, I try my best. Yeah. Master, normally when I do the Quan Yin, I can see a vision like a sky. Mm-hmm. And in the middle of the sky, I can see a circle full of light. Few days ago, when I was here in this Siho Center, I see that vision again. Mm-hmm. But in front of the circle, I can see someone in front like a girl in front of the circle. Mm-hmm. Master said that, you know, when we do the Quan Yin, normally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sound, not of to course, the light. Of course. But that vision comes to me very often. So mm-hmm. I would like to ask Master, should I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sound and ignore that vision? Yeah, yeah. Just whatever comes, it doesn't matter. It's okay, as long as it doesn't harm you. Hmm? Of course, when we concentrate, yeah, even during the sound meditation, we also see things, see light and visions. It's okay. Yeah. Thank you, Master. It's no harm, no harm. Yeah. If it's pleasant to you, you can watch, but no need. Okay. Next one. Âu Lạc, mấy đồng chí có muốn hỏi gì không? Over there, behind there, first. Ah, sure. 师父，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替一个师姐问的，她是耳聋，可以印心吗？可以，可以。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我这一世的定业中有没有再婚生孩子这一条？ I don't understand. 再婚再不能再婚生孩子。再婚生孩子为什么不能呢？因为我离婚两年了，然后现在对这个婚姻和生孩子比较恐怖。那就不要这结啊。那就是我不知道，就是定业中如果有这一条，我要是逃跑了的话，我还能倾覆这一世的定业吗？你如果恋爱的话你就结吧，你喜欢你就结了，这个我不能替你决定啊。哦，那我就选择逃。逃就逃 ，OK， 就不用问了，不想那些结婚的事情了，你要分心了 ，OK， 你们真奇怪啊，哎，常常有人问我，哦，师父，如果我早认识师父，我就不会结婚的，我会跟着你，然后，那另外一些认识师父以后了，还是结婚很清楚，然后有问题就跟我说。哎呀，如果早知道婚姻这么复杂，我就会跟着师父，都是这样。你要结就结了 ，OK， 试看看嘛，碰碰看，OK， 已经结了一次了，不够吗？够了，够了，够了，那就何必问呢？你自己选择吧 ，OK。第三个问题是我是这个月初刚印心的，
然后印心之前有一些体验是师父给我的一些体验，但是印心的时候我当时就是可能是因为感冒了，然后就是总是咳嗽然后流眼泪这种的。现在一个礼拜过去了，我听不见声音，我也看不见光。那个我在想会不会在印心的时候咳嗽然后影响印心效果呢？也许会有，因为你分心嘛，你分心你怕打扰别人啊等等，就注意力不集中。那你在这边的话要多专心 ,OK? 哦，你就没事了。等一下我帮你们念五七哈。谢谢。好像拿到那个大家乐一样。OK, 还有人吗？有师父。谁？con nói Âu Lạc。哪里？来等等coi。师父 con đây。OK, 对。Trong năm nay, đây là lần thứ ba con tới Tây Hồ. Lần đầu tiên con tới vào cuối tháng 3, đầu tháng 4. Khi mà con tới đây có những cái tư tưởng phủ định không có tốt, nhưng mà con dùng cái ý chí rất là mạnh mẽ. Con bảo con tới đây để thiền định, để nâng cao về tâm linh, để hội nhập mấy những cái Bồ Tát ở đây để mà thăng tiến về tâm linh. Thì trong vòng một ngày đến ngày hôm sau thì con đã bình an hơn. Thì con cảm giác là cái tâm linh của con rất là thăng. Rất là thăng tiến. Con biết rằng lực lượng âm nó xúi bại như vậy, nhưng mà con dùng một cái khẳng định rất là mạnh mẽ. Thì con đã, trong cái thời gian đó thì con đã thiền quan âm rất là nhiều. Thì một ngày con có thể là thiền từ 7 đến 8 tiếng quan âm. Mà khi con thiền quan âm như vậy thì mấy năm nay rồi con luôn thấy có những cái ánh sáng. Ánh sáng, con biết là ánh sáng thì ánh sáng rất là sáng và cứ dẫn cái đường âm thanh của con đi lên. Nhưng mà bản thân con là rất là an nhiên tự tại mà con rất thích là ngồi âm thanh. Okay. Và trong cái mùa tháng 4 bây giờ là nó rất là nóng. Nhưng mà con lại khi mà con ngồi ấy, con trùm kín một cái sleeping bag ấy, với một cái khăn ấy. Nhưng mà con ngồi trong, con cảm giác như một mình con ngồi trong một cái lâu đài vậy ấy. Con không ảnh hưởng ai mà khi đó thì những cái giọt mồ hôi con chảy xuống thì là những cái con thấy mát lắm. Mắt thì con mới, cái mắt trí huệ con thì cho con biết là đó là những cái giọt mồ hôi, nhưng nó mang tất cả là những dòng ánh sáng. Thì con cứ ngồi suốt ở cái chỗ mà thiền ấy, rất là an nhiên tự tại. Thì con, mọi người hỏi làm tại sao mà con có thể chịu được nóng, nhưng mà thực ra trùng qua được cái nóng thì những cái giọt mồ hôi nó thành những ánh sáng làm cho mình rất là mát. Và lâu lâu thì thần gió cũng cho con một cơn gió vào mát, nó vèo quá con thích. Tại vì khi con ngồi con nghe lời sư phụ về biết cảm ơn thần gió, thần cây, thần đất, thì hầu như con cảm nhận là tất cả những vị thần đều là giúp trợ, hỗ trợ con đến đây để con ngồi thiền. Lần nào con đến đây con cũng được ngồi thiền rất là thăng tiến. Đây là lần thứ ba con tới thì con cảm thấy rất an nhiên tự tại, mà con cảm thấy hội nhập được ngay với cái từ trường tâm linh ở đây, không có cái một cái từ trường xấu nào ảnh hưởng đến con nữa. Cũng có một cái chuyện như cái anh Trung, đồng tu Trung Quốc này. Anh có nói thì hồi trước con cũng bị mở cái đó, con nhìn thấy nhiều cái tương lai, nhiều sự việc thì rất là đau khổ. Thì khi đó thì con có nghe sư phụ nói là khi mà sư phụ cũng phải chứng kiến rất cái đau khổ đấy, thì sư phụ phải đóng lại sư phụ mới ngồi thiền được. Thì con nghe được cái câu đó thì con đã cầu sư phụ là cho con đóng lại cái đó để con ngồi thiền. Thì đến bây giờ thì hầu như là con phải cầu xin điều đó, và đến bây giờ con đã đóng được cái điều đó. Con không muốn nhìn thấy cái gì đó, con chỉ muốn được nhìn về tâm linh thôi. Còn những cái gì thấp kém con, về sự đau khổ, con không muốn nhìn thấy nó. Đấy là tại vì cái quá khứ tương lai của mọi người con không muốn nhìn thấy. Con chỉ muốn duy nhất là Thượng Đế thôi. Thì đấy là con chỉ muốn, nếu mà ai có trường hợp như con thì ráng cầu nguyện bên trong để đóng lại cái cửa đấy, đừng hay nhìn nữa. Nó không có cái gì là hạnh phúc cả. Thì mình muốn gì được nấy mà. Không muốn thì cứ để đó. Nhưng mà anh chàng này không có cái you don't have ear phong. Tha sư chẳng gào su nì tha de jing yên à, gần nì yi yang de. Chế quả nì zhou mei you na ge er qi la, zhou ting bu dao la. Deng yi xia zhou shenme na ge zhongguo ren zhao gu gao su ta. Mây xanh thanh thang trời lộng, một đời thong dong, một đời thong dong.
他意思说你不要那个 ，but this is English. It's okay. You understand? Okay. Okay, the half-half. Okay. She just wanted to tell you that if you don't want it, you just pray to close that door. Okay? Yes. But this is just one of those things that you have when you meditate, when you practice. You will have, they call it 中文啊, 他心通啊, 啊, 宿命通啊, 等等, 那些神通啊, 啊, 你要的话, 保留, 是, 中文还是英文? 中文啊? 你, 你要的话, 你就保留, 不要就, 就那个它断掉, OK? 你要那个神通的, 预感那个, 你, 知道, 知道, 如果你要的话, 你就自己, 不管它, OK? 不要的话, 你就, 祈求那个那边的力量把你关掉, 你就祈求, 它就会关了, 祷告了, you pray to higher level power to close it for you, OK? 如果不要的话, 啊? 我们要什么都会有什么的, 啊, 不要它会跑, OK? 很多人修行有障碍也是这样子, 说我们不要那个了, 啊, 那个那些小神呢, 是以前帮忙我们, 现在想抓我们, 不放的话, 就是我们不再要了, 需要让他放我们, OK? 因为我们需要更高的境界, 然后如果他需要什么, 我们会回来帮他忙, 就最好不要挡我们这样子, 让你们修行高级一点的话, 两个都利益, 就是这样, 就好了。 他这个预感不管好的还是坏的, 他会自己来的。 我知道。 我们在某些等级的话, 就东西会来, 看哪一个等级, 比方说你去那个阿修罗的境界的时候, 会有一些进卦了, 难免会有得到一些神通, 因为你以前有过了, 所以现在来得很快, 所以有一些人, 他自称就会有那种, 比方说他摸什么东西, 都会消啊, 哎, 比方说这样, 不是好的神通, 他很用力才能够控制他, 不然摸谁都消谁的, 比方说这样, 或是看到未来啊, 过去啊, 等等, 那些也会, 如果我们被拉住在那里的话, 会妨碍我们修行, 所以看你要什么嘛, 你要更高境界的话, 你跟他说, 请那个那边的师父力量帮我关这个, 我不想知道, 不过有时候知道也好, 看情况, 看你能不能, 控制它啦, if you can manage it or not. Nothing is really bad, nothing is good. If you can manage it or not manage it, okay? Yeah. But the problem, how to manage it? 意思说, 你有的话, 不过你不会被它影响的, 你不会成那么喜欢它, 一天到晚, 没有,我是这么想, 如果好的, 就不管它, 如果坏的, 也不管它, 但是它仍然来。 那你, 要祷告啊, 要决定是不要那些, 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就说我决定不要那个, 请那个上神帮忙一下, 把它关掉, OK 哈? Thank you, Master. Yeah. 我们每天一天过一天就好了, 何必麻烦嘛, 何必知道未来是很烦, 知道过去更烦, 不知道更好, 就是当师父有时候, 没办法不知道, 该知道还是要知道, 不管过去或是现在或是未来, 所以有一些事情, 我宁可不知道, 不过有时候, 那些上神啊, 高, 比较高, 高, 高等的神啊, 他想保护师父, 所以他才让我知道一些事情啊, 比方说某一些人在旁边, 对我不利, 懂不懂? 会带来很多, 引起很多他的那种所谓的以前前世的经济朋友, 他本身也许没有伤害的心, 不过他引起那些经济朋友太多因果吧, 太多来往的那些不好的否定的力量, 会伤害到师父的工作, 是有是这样, 像刚才我跟你讲一样, 那个所谓的那个, 常住啊, 他一摸都灯就黑了, 听懂吗? 开不出来, 灯就坏掉了, 一样你压一压, 它灯就亮了,
他在那边压半天了，灯不亮，还是我去了，我自己要出来压就好了。本来叫他开灯啊，帮我开灯，因为我忙别的事情啊。结果他开不了，他说师傅灯坏掉。我说哪里坏，是你坏的。然后我开就开了，他开是不开了。我说你那边要多整理一点啊，怎么到黑暗都连摸到光光就黑掉呢？有一些人真的是有伤害性，他本人不用故意的，跟太阳他不用故意的，他也叫温叫暖给我们，啊，那个风寒他不是故意的，还是给我们冷的，了解吗？哎，那个冰块啊，他不是故意的，你摸他久了都会麻会痛啊，所以不是说我们修行啊什么都不管他不理他，也不是了，能够知道我们就免啊，嗯。某一些人对我们不利，前世的呢太多了，那个因果业障啊，对我们不利，就能免就免了，不是杀他，就是免他了。因为师父，比方说，以前世、啊、很多那个那些对师父不利的、那敌人的伤害师父啊，用神通啊，或是用什么武器啦 啊伤害师父，就那些通通都回来当徒弟了。你能不能想象啊？然后还要靠近旁边的，了解吗？所以没办法，我是有一些要请离开啊，不然太多那个那种阴气了，在旁边的话，我走动工作是比较被妨碍了。一天到晚要洗这个洗那个，业障了就没时间做更好的事情了。也不能为了几个一个队几个人而已，就伤害到世界的工作。就只好请他走，或是做我的工作远一点的地方，不是我工作了，帮助众生工作啊，去当什么店小二啊 ，Loving Hut 什么那些啦，听懂吗？远一点就没事了啊，嗯，所以爱心要有智慧才比较好，嗯，有预感有时候能用，嗯，如果我没有这种预感，或是没有那个天上告诉我很多事情的话，我早日就。上天了，也不会跟你们坐在这里了，那么很久了，就早日就往生了，懂不懂？既然是这样，如果有时候还是被伤害的，九死一生的，不是世界业障而已，有时候有方便的人加油了，太靠近了加油了，嗯，然后又危险自己生命，可是它会引起很多危险的情况来给师父。东碰西跑的话是太累了，所以目前我自己不要跑了，叫他们跑，反过来一下。偶尔支持一点也好，嗯，呀，那自己回去远一点的也可以洗业障啊，不要黏在旁边了。嗯，比方说滑了，那很热啊，你何必靠要让它靠那么近嘛，是吗？啊，你要靠近滑太近了啊，它要保温保暖，不过远远一点比较好。OK 啦，嗯，还有吗 ？I have moved house 1,000 times. I know what it's like. I have everything, but whenever I go to new place, I couldn't find a thing. So many things, you know, and you don't remember which suitcase.Especially when I always move in a rush for safety, understand? I always run for my life since years. And then it's very troublesome to find things that are really necessary. Yeah. When you move in, you think, okay, everything in there and it won't get lost anyway. You will find it. But when you move to another house and you have 1,000 other things to do, and you forget which one where you put. Up to now, I still didn't have what I wanted. I asked them to bring...some suitcase from Hong Kong for me because I left in a rush. I can't take everything alone with me. A small woman, you know. Oh, and all that. Yeah, okay. And then I told them to bring my suitcase from Hong Kong. They brought two heavy, big, both wrong ones. Both I don't need. You know, because those old clothes and stuff like that. Yeah.I have tons of clothes here already. I wanted to get rid of them. And I have no time to even sort them out. And they brought more old clothes, which I don't even need.
You understand? I should have left them in Hong Kong, so when even if I went to Hong Kong, I could have something to wear at least, because I don't normally travel with big suitcase anymore. I can't manage it. I have to go in and out quick, you know? And then I told them to bring my two luggage. They brought two wrong ones. Big, heavy, so then I have to sort them out or leave them there. You see what I mean? Take up more space for nothing. And the other one they didn't bring and says, oh, never mind, just forget it. I won't die. It's just some private things. Yeah, that's one poem, you know, that I made. I can't remember what it is. And I wanted to have that suitcase because I put it in there, you know, together with my diary. Just, they didn't bring it. It's sitting still now in Hong Kong somewhere. I would be lucky if I find it. You see what I mean? Yeah? Okay. Never mind then. Yeah. I understand your problem. I move house a lot. I move a lot, a lot, a lot. Ah, these years, you know, especially, oh, since early years of my work already, I had to move a lot. And I lost many things, not just misplaced, but lost. Because I keep moving again and I don't know where they are anymore. And after a while, you know, they sold them or they use them because of master blessing, whatever. You know, I couldn't find them. I just forget it. It's nothing really that important except my life. Yeah. So I'm glad I'm still here, and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Yeah. Yes, ma'am. Master, 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so much for spending so much time with us and giving us so much love and having this magical place open for us at all times. It's like a refuge from the world, really. Yeah. And actually, I'm all glad. Of your teams work so hard for us to accommodate in any possible way. Yeah, so they do that. Thank they you do. so much for that. Thank all the workers, eh? And the kitchen, the hufa, and the technique and the cameraman, everybody. Mm. Yeah, microphone man. Yeah, they do work very hard. Actually, I asked them to go home already, but they don't dare to leave me. Normally, they guard until 5 o'clock, you know, when you all go home. But because you short term still stay here, and if they can stay, they stay. But that means their wives are waiting, you know, or their kids are waiting. And tomorrow they have to go back to their routine work like everybody else. And you can, please don't blame them if sometimes they're trying to do their job. But it's not to your liking, okay? Yes, especially when if you don't speak their language, it's a little bit difficult. They're just trying to do their job, even though individually we cannot always bear it, you know. It's just difficult for them also. Mm? But I have to thank all the Hufa, because they, even if I go shopping, you know, I didn't ask them to come. They run after me. And I try to run my golf car very fast, but they run also very fast. I don't like Hufa around more than you do. It's just let them do their job. They're proud to be the guard, okay? They're proud to do their job. So we respect their sacrifice and their time, their effort. Yeah, okay? Mm. Sometimes I also don't like Hufa. You know, it feels like I'm important when I'm not. You know, I'm not like a president or minister or something that needs a lot of guards around,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You want to save Master. Mm. But actually then when I'm alone, when I'm not with you, I just stay alone. There's no... I don't need any hufa or anything. And if I die, I die, you know. I can't just bear people 24 hours around me or watching everywhere, you know. Mm. When I was in America, I had no home, yeah. And I love one of those man-made islands in Miami. I just passed by one time and I just fell in love with this house. Not house, but the location, you know, with the sea
the little island and small houses and just surrounded by water. Oh, I love islands. I think I live in more than dozens of islands in my lifetime. Wherever island, I sure want to go there. And there was one island, I rented a house in one island, and I didn't rent in another island because the house where I rented has no gate guard. You understand? You come in and out, nobody checks your ID or see if your face is familiar or not, whether you're a resident in that island or not. That's why I rented that place. Similar island, just next door, there is VIP island, I guess. I heard that the Prince of Monaco even lives there, has a house there. No wonder, you know, outside they have guards all the time checking your ID. You can't just drive in because there will be a stop, you know, like a metal pole. Yeah, and if they don't open, you can't drive through. You know, you can't even walk through. So that's why I didn't want that island. Yeah, because I hate it when I come in and out, somebody has to look at me, yeah? Even if they don't check me or they know me,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people always see that I come in and out. I love privacy so much that even that better house, the better security, but at that time I wasn't worried too much about my security. It wasn't sometimes, but not so constantly like recent years, yeah? So I was okay with that. And I had people also live together with me in my house, you know, housekeeper, cooks, and so I didn't worry too much. But the reason I didn't rent, and that's secured with guard island, because I didn't like it, okay? But here I just have to work with them, you know? They keep the order of everybody so that we don't become too overrun, okay? Yeah. Also, sometimes people make trouble for me, you understand? So they just try to keep me safe and keep everybody at peace, that we have peace in the house so we can talk about things. But that sometimes, of course, will be offending, okay? Offending. Turn it off, but it's thousands of us, so we're really grateful. I don't know how they do it, how they take care of everybody. I know. Guard, kitchen team, everybody, driving team, everybody. They're yeah. amazing, and uh-huh. thank you for having us. Thank you for okay. opening your house. Thank them, okay. I also don't know. Look at my place. It's nothing of a place. And everything's still working well, you know? You have food, and you have place to sit together, yeah? In fresh air, but it's okay, it's fresh air, no? Yeah? 很温馨是吗? I say it's very warm and cozy. Yeah. It's not so bad yet. In winter, it's colder, so I'm trying to think how to house you in another center. I bought another piece of land in the south, which is warmer than here. Maybe if you want, you can follow me there. If I'm not here, people will let you know. And then it's up to you to stay here or to follow me to the south, which is warmer, okay? But I'm now very worried about the vendors outside. If I left and I stay in the south, then everybody will go to the south and they have no business. We cannot take them with us. We can, it's just their vegetables. They cannot take everything with them, you know? I don't know if they follow us there and sell or not. I was thinking really hard today. I was thinking maybe we just take the vegetables and sell it for them and give them back the money. Yeah, so they don't have to come. Yeah, we can buy everything, you know? Like every Sunday, yeah, that's what we can do. Every Sunday, you know, we buy some just like the usual business. We buy whatever they normally sell on Sunday, you know, the same amount, similar, more or less, and we take it all over there and we eat together, yeah. We need to buy anyway, so I mean, maybe every Sunday they come open their shop and we buy, and that person brings it to, you know, wherever in the south, yeah, and we use it. So I think they will not complain so much, huh? They will not feel so bad. Yeah, that's what we do. I think the contact person in Mary will be very, very busy buying stuff and bringing stuff. We need to rent a bus or something to bring all the stuff that normally they sell here.
Because today I went out just a few minutes and my golf cart's full already. Yeah. Anyway, any more questions? 我经常有一种冲动，就很想到您身边保护您，而且尤其在今年。就不要了，你看到保护的人，刚才被人抱怨了没有？因为我，你会讲英文吗？就是我经周围有什么动静或者有什么我一般的都能觉察出来，而且我听不懂谁查出来。就是、那个有那个否定的或者不好的动静，不好的那啥就是你会知道进来东西都会知道的。你会知道、啊、但是我没有神通，我不会用，但是就是总是能觉察，提前觉察。现在有吗？现在有没有坏人在旁边？而且有没有看到？而且我有时候会经常有一种那种很心疼师父那种，是不是就是那种感觉？了解，谢谢了。那种狗狗也、啊、是吧？没办法了，当师父应该这样嘛啊！当我这种工作的应该这样了，没问题了，没办法。OK， 我自己保护自己，我也有护法，无形的啊。不过他们都怕你们了，所以没有。还有很想和师父出家，不过岁数大了。我出家干什么了？我怕出家人了。我一直说我怕我自己出家人。是，不用了，干什么嘛？你能做什么？你出家干什么？你有功夫吗？有没有？我也有功夫。我听师父说只要有诚心和爱心就行了。哎呦，那大家都有啊，保护不了了。爱心还是要用有一点那个，肌肉了，懂吗？对。像我不能跟我的狗就说我对你有爱心就好了。Oh my god， 我还是有工作呢。Oh my god， 哦，没有电话可以问了啊，没关系，再多顶多就半个小时 ，OK， 不然他们。顶多的，不然的话，他们工作在等着上面呢、啊。哎，等我工作，你说。师父，我想告诉你、哎，我们真的是活在恩典与奇迹中。好好啊，当然了、啊，就是有人看不到啊，眼睛看不到啊，懂吗？这个眼睛没开。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师父的宠爱。太好了，太好了，那这样子我替你高兴了啊，应该这样才对了。小到盖被子，睡觉盖被子，大到生命安危。都能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在疼爱我们。太好了，太好了，谢谢你修行这么好，才能感觉。我们如果修行好，就会有那种肯定的感觉跟那个境界了。OK， 不过没关系，修行不好也是慢慢爬了，就不要站在那里就好了。OK， 谢谢。有一些人站在那边让我来抬他呢。我这么小啊，就是每天除了感恩以外做不出来别的，真的就是感恩啊，不用感恩什么嘛，谢谢了，行了行了行了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我多谢你要保护师父了，爱力还不够了，爱力，你看爱力能保护释迦牟尼佛吗？能保护耶稣基督吗？你懂吗？爱是光爱了，就是世界不一样。OK 了 ，Yeah， 谢谢师父，我这两天重生了。啊，我要去了，真的是要去工作，好吗？你们要吃饭啊，不要说看师父就饱了，别说谎了啊，去吃饭。不客气。我就走这条而已。我人很小，不要动那么多。我人小，我可以这样子走就够了。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爱，祝你们好好饭菜吃。Good appetite， bon appetite， good appetite。See you。I love you， I don't wanna go away。 我很爱你们，我也不想走，不过我要走啊。我要走，工作很多，在等。OK。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文件的工作啦，是世界的啊，要再管世界的啊。拜。Yeah。Don't forget, I love you.
别忘我爱你们 OK 大家再见再见哦，长那么胖还是很年轻的，几十年以前现在还一样，就头发白一点而已。 I love you guys， 谢谢你们护法留这么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永爱啊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your love， 谢谢你们信任心，谢谢 ，I love you， 谢谢翻译人员，谢谢主翻，谢谢护法，也谢谢 cameraman technician， 谢谢 everybody 哈。